好，我们现在休息五分钟，哈、啊，请在议事厅我们的议会同仁先行放下手边的工作，来到我们的议事大会议事大厅，谢谢大家。好，我们时间到后，我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下午的会议。台南市政府吴副市长、市府林副秘书长及各局处所长、新闻媒体的好朋友，我们本会各位同仁，向大会报告，因为我们市府李秘书长有事请假，由林念山副秘书长来代理。人事处的许英峰处长参加劳动部的颁奖典礼，由陈副处长龙雄来代理出席。那我们今天
待会这个恢复大会的议程结束之后，我们就来继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暨附属单位的预算案。那我们下午原来的议程联席审查的这个预算案，昨天下午古木哈久议员提出动议，将我们下午恢复加开大会，处理我们本次大会第四次程序委员会审定之新增提案。那大家是否有没有人呼吁？好，呼吁请举手。好，谢谢。那我们本案成立。现在进行我们议事日程的变更。我们今日下午的议程变更为：一、三读议案第一读会；第二，审议各项提案；第三，报告事项。那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蔡议员，请。我想，不管对一个政党，对一个议员，对咱民生议题吼，电话我想没人会反对。可是我感觉议长你这个法制，这个制度的建立，交咱议会的地位，咱到底？经过议会讨的资料，我真把资料给你啊。这个问题早晚你爱做一个适当的解决，袂当讲别人做议长的时阵，经过议会发文，把各机制收集资料来问政。你大会期间，你拢不闻不问，袂当放任讲咱市政各部门要给就给，不给就不给。毫无任何制度，那我认为这样，我们怎么问政？我希望这个制度，卖光别人做的时阵，拢会使，轮到你做袂使。那我认为，我就袂当接受。安尼，我根据什么资料要来问政，要来监督咱市政府做了对唔对？我想这个制度，你身为议长，历史的定位，你一定爱去。遵守研究好，啊，无议员是要来问政。我讲也足清楚，可是南方一地计税，我终究是我去讲，我自我家己一地来讲。既然我家己伫三民路小块地，交新竹路地比南方的较贵三四倍，安尼合理无合理？啊，这个资料要讨。讲伊筹划期间到底交了一税金，这个暗示什么大代志啊？不便提供。议长，我感觉吼，如果这种问题你不彻底的给我研究详细，吼，别人拢会使，你自个拢袂使先，那我们怎么会服你？这个互惠之间的互动，还是这政党之间的互动，怎么会和谐？大关机，咱们拢有。是拢不爱好人，你要拿出你议长的权力，代表议会发这制度要求伊好人啊，就要自己公益性到高度行政啊，经过议会，你发文的给要给，告进不给，那我想我个人绝对袂当接受这个议会监督权被拿掉这个看法。议长，我是希望你莫讲我常常咧干扰议事。我伫做官员中间，你就知交市员，我大概我可能有脱出了。我觉得咱经过议会，好，那个陈议会议员，我知道您的意思，你要跟市政府各局处所要的资料。这一件事情我会来处理。如果市政府有如您所说，过去您要的资料，在别人当议长的时候都能够提供，就只有本人本席担任议长，他们不提供，那我会请他们一一的来公开说明清楚，这一件事情让我们来处理，
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完成了议事日程的变更同意了？我们先来进行议事好吗？我现在就已经就这么处理，现在没有办法一下子解决，我也要来查清楚一下。不是帮谁帮忙啦，哈，这是我们的议事。啊，来，那你等一下来，你等一下，再给再针对。如果我们这样子啦，哈，如果是针对刚刚你所提的资料的给予这个部分，我就刚刚这么的一个答复了。我那一天，我再一次，哦，我那一天在大会也公开的，你说要蓝黄的税单，对不对？资料，对不对？我有一样的，请税务局、财税局啦，财税局的张局长要给你啊，我也有财是这样啊，对呀、啊，那财税局张局长他不给。他也有跟你说明什么样的原因啊，哈，好，来，王家珍王议员，请。那个议长，我想我们基本上来讲，愿意就这样子一个称谓，肯定。您仍然是为我们台南市议会一个监督权角色，谢谢你扮演最重要的一个关键人士。但是呢，在本会的同仁不断的强调要不到我们问政所需的资料这个议题上面，我认为议长是不是更明确的要求市政府提供本会问政相关资料，会更能够展现您为台南市议会监督角色善尽职责的这样子的一个关键人士，一个最好的一个说明。否则您刚刚回应我们的就是说，哪一个局处室来回应某一位议会同仁，我们不要单独针对哪一位议会同仁，我们希望公平对待，不分党派，我们要资料，而且呢，我们是经过一个公开的一个正式的管道，并不是谁跟市府交情好，谁是市长身边的人，一通电话他们就急吼吼把资料送来。我们在议会讲了千百次，您给我们的答案似乎让我们不得不觉得您永远都不记得您是议会的人，您不是市政府的人，您是我们的议长，你该替我们想，该替我们监督角色的扮演，来做好您议会议长的一个职责。所以我觉得不是蔡议会个人的事，是我们每一位议会同仁的事。您如果那样子的一个说法的话，明明白白放水给台南市政府，让台南市政府就他自己的利益，就他自己的方便，他爱给就给，不爱给就拉倒。这样子的话，我们议会哪有什么监督好言？所以刚刚蔡议会议员所讲的，我们是很遗憾，难道我们就甘于被人家阉割成这样吗？议长，我讲一句非常非常良心话，赖市长会离开台南市，您会需要我们长久大家在地方努力地方打拼，可是您今天的一个态度做法，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您真心诚意的让政党之间能够共同为市政努力。所以支持议会同仁要资料的尊严，这不是特别针对哪一家。好，谢谢王家珍议员，包括跟本会各位同仁来报告哈。我再次的
向我们台南市政府各局处来要求，应我们议员所要求，大家所需要的资料，请提供给我们本会的议员同仁。我已经讲了很多次哈，好，那再来，请我们李文运李议员请发言。谢谢议长的这个要求啦，希望这个台南市政府根据问政的需求哈，在不违反法令的情况下，应该提供给本会的各同仁去做监督或做研究之责。不过哈，我想既然这个所有的这个党团的成员、所有的议会的同事，对于我们今天的议程应该都有共识。那刚才蔡玉辉议员也有提到说，这个我们垫付款案相当的重要，是不是请求议长我们继续按照大会的议程继续开会，赶快这个让民生攸关的垫付款案哦，赶快来过关。好的，谢谢。好，那我们现在好给蔡玉辉议员一分钟。谢谢议长的宣示了哈，那我讲。府会的和谐建立在互信的机制之上。议长也代表咱几位名正先士了哈。议员要化解一个问题，好不容易要收集很多资讯，那要来问政，我想市政也可说公平，议员的问政也可说公平。我希望在十四号以前，十五号我搁十分钟的时间，我希望能够针对这个议题再来探讨。我也希望财政税务局长据议员开大会期间问政的需要，应该提供相关的资讯给议员问政做参考。我说了我不会再说，如果没有的话，议员不能够公关常常在刁难市政府，市政府不会配合议员问政，不好当好不容易改变特助了，好不容易去收集到一个好的议题要来说，结果不提供。好，现在我们就请议事组宣读本次定期大会第四次程序委员会审定结果报告。请翻阅白色之本第四次程序委员会审定结果报告。审定结果一：三读议案四案挂壶，市府提案三案，议员提案一案，提请大会审议。二、市府提案。民政六案、财经两案、教育四案、建设六案、保安六案、公务五案、计二十九案，提请大会审议。二、列入议程之提案，共计三十三案，请各位议员参阅书面资料。以上报告。好的，议事组已将我们第四次程序委员会审定结果报告宣读完毕。本次的提案经程序委员会审定，列入大会议程讨论。一共有三十三件，包括三读议案四案，市府提案三案，我们议员提案一案，市府的提案民政六案，财经二案，教育四案，建设六案，保安六案，公务五案，计二十九案。另外向大会报告，我们市政府公务局有一件垫付款案，因未及提交第四次程序委员审查，基于我们的时效性，本席也同意列入今天的议程。除了法规三读议案四案稍后进行第一读会，其余各案经交付各委员会来审查。请问各位同仁同不同意？好，通过。接着我们进行三读议案第一读会。本次的三读议案有四件，现在我们请议事组来宣读。各位同仁，请看绿色这一本。法规是提示，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案由《台南市低碳城市自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提请审议。好的，我们本案交付法规委员会来审查，各位同仁同不同意？好，通过。好，我们完成一读，请蔡玉辉议员。一读我是无意见啦吼，我要请教教育局长，这个案，你有本人还是恁局里的人，敢有去参加过无？
因为足济校交咱教育建设，拢卡伫《地震自治条例》，包括了当中未通过。我请教局长，这个案通过了，以后伫国中、国小、高中要建设，咱教育局有意见无啦？跟议员报告一下哈，说明一下，这个其实这个自治条例的这个修正呢，也是我们之前我刚刚讲局长，卖拖大家时间，这个案你有参加？有鬼！咱教育局鬼以后阁有意见无啦？这个我们有参加啊。以后阁发生像南京国中，讲要做一个营养午餐，阮交赖委李退之去看看咧，讲要做，到尾啊讲啊，无多，讲过了百万，会阁发生这个代志未啦？原则上这次的修正其实就是要解决刚才议员您所说的。我刚讲的就是讲教育局都没有意见哦。唔能到尾啊，过通过，要阁大家要阁清楚过，你阁讲有问题，讲经营无善这个问题。这个市府内部有讨论过。好，谢谢。好的，那继续我们请议事组宣读法规试题哈五。法规试题五，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案由制定台南市美术馆设置自治条例草案，敬请审议。好的，我们本案交付法规委员会来审查，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完成一读，继续宣读法规六。法规试题六，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财政税务局，案由为台南市市有财产管理自治条例第三条、第五条、第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八条、第七十二条修正草案，敬请审议。好的，我们本案一样交付法规委员会来审查，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异议？好，通过，完成一读，继续我们宣读法规议题一。法规议题一，提案人蔡玉辉、杜树颖、蔡秋兰、林阳义、曾顺良、洪玉凤、曾王雅云、卢坤福、张世贤、王家珍、蔡淑慧、许志春、郑培雅、谢才旺、蔡玉芝、谢龙介、赵坤元、林美燕、李忠诚、李坤煌、林彦祖、林全忠等二十二位议员，案由增订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第七条之一、第十六条之一条文，敬请审议。好的，我们本案一样交付法规委员会来审查，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异议？好，通过，我们完成一读，继续我们来进行报告事项。首先，我们进行公务委员会的报告案，请我们议事组来宣读我们的报告，公务报告案，一本白色的，请各位同仁翻开白色本子。好，议事组请宣读。公务备查一，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务局，案由有关台南市政府办理南区南山公墓（括弧公额 S45、公额 S46、公额 S47、公额 S48、公额 S55）公园开辟工程，拟动支第二预备金新台币9,300,000,4,000元整。好的，议事组已经宣读完毕，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好，那同意备查。好，那今天我们的一读会，包括我们的讨论提案，议程就到这边来结束了哈，那我们就非常的谢谢吴务市长以及市府的林务秘书长率领的市府的各局处所长啊，古木啊，古木哈久议员，好，你请。好，请古木哈久议员。谢谢主席。主席在这边哈，我想说，针对我们的垫付款案哈。因为这个具有时效性，那我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今天大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覆二三读？哦，好，来，古木哈久议员的提议就是说，我们刚刚的垫付款案已经完成一读，是否我们今天来跟他完成二三读，征询议员的复议？
呼吁。好，来，蔡议会议员，你请。我们请告根据什么法令也当建物二三堵？根据什么法律啊？来，请法规主任。要建物二堵可以塞，马上要建物三堵，我请告给他解释根据什么法条？来，我们请艺术主任，法规主任来说明哈。跟大会报告，我们那个台南市议会议事规则第39条有规定，它的条文内容如下：第一读会由主席将议事组报告之议案标题宣付审查，如全案内容有宣读之必要，得指定会务人员为之。那第二项的规定是议案于宣读标题后，应交付有关委员会审查，但经大会讨论决议，得进户二读后撤销之。报告完毕。好的，好，这是我们法规主任的说明。那请问蔡议会议员，你同不同意？所以，主席，你甲想啦吼，你卡多啊，含电乱念个不念哦，在中央机关。上载你的电话以上内容，新增的几件，拢无念。刚一个议员提案，进入二读三读，我甲你问。我没有进入，我有征询大家。我知啦，你不要这样子说。议长，你问我讲。我们现在就是讨论。我知。可是你有说，你说明不对，我要说明一下啊。我讲我对不对？你一本到念讲对一个提案，对一个提案，你讲我听。没有，我是说，好，几十案。看嘛，建物二图三图，含议员都唔知，咱电话内容以上，我个人认为不妥当。好，这是你的意见。好的，谢谢蔡议会议员哦。我还要再次的重申，这个提案是我们古木哈久议员他的提案。那我们刚刚有复议，复议之后可以大家来讨论。所以你不要说我敬复。哦，这样子的话是不对哈，我要先说明一下。接着我们请李文应李议员。谢谢议长，谢谢主席哈。我想主要是因为这个垫付款案哈，其实大家拢知影，这个垫付款案有时效性。告诉公哈啊，遵照伫这个再付这个委员会的情况下啊，按照时间来看。最近嘛，可能拜五，也是甚至后礼拜，较有可能是二度的委员会。啊，你还佫回归到大会哦，到时阵可能已经是即个12月24、25号左右的日程啦。如果根据我们现在排定的大会日程，那如果我们在通过之后，在年底前啊，无发生权责哦，这条即个款项会互中央即个收转去啊。啊，时间上老实讲，一定是袂赴，所以刚才今仔日啊，准则已经伫大会的这个状态之下，在我们的议事规则并没有违反的情况之下，是不是也可以请求这个所有的同仁吼？那我们是不是直接一读已经通过了？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在二三读继续把这些垫付款案吼能够赶快的审查过关，吼起户会当较好做代志，因为内底有足侪包括吼大家非常关心的吼土壤异化的专案。好啊，农村再造的专案，甚至是登革热，好，甚至是我们交通各项建设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吼，都跟我们的民生、跟我们的城市发展息息相关。既然今仔日已经是大会啊，敢是会当吼继续来二三读，来继续来讨论。好的，谢谢李文英议员的发言。接着请唐碧儿唐议员请。好，感谢主席哈，主席。根据我们的议事规则哈，这个各级地方政府垫付款处理的要点第三项第四款第三款哈，因灾害必须紧急支付之工程或救济支出哈，我们的议事规则针对这个中央补助的垫付款哦，有很详细的明文哦，有在里面，所以
我觉得说，因为我们这个电扶狂案是中央补助的，有它的迫切性，所以我希望说各位同仁能够支持说在今天把它三读完成，谢谢。好，谢谢唐议员的发言，接着请林念柱林议员。来，议长，我认为不要经常破坏体制，当然在我们的作业要点里面再紧急都可以去处理，但是我当我翻上你的这一些所做的提案当中，我们的垫付款，你告诉我哪几条是非常紧急的？有哪几条？这不是我哈，我们的垫付款案是在这一本黄色的。那我、哦、那我问你嘛，有哪几条？好，我们待会请市府来说明。对，有哪几条是非常紧急的？因为我看这个好，也都有107年的嘛，才转正嘛。我所看到的，但是有这么的紧急吗？你假如说有非常紧急的，你可以提出来啊。我相信我们议员绝对会同意，但是不要这样整个完全做包裹式的，这样我是不认同的。好的，哈。接着，谢谢林念柱议员的发言。接着，我们请洪玉凤洪议员，请。哎，谢谢。我想那天在程序委员会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到，我说请市政府要配合议会，不要议会配合市政府。那有时候是市政府，因为刚好市长出国，或者他的市政会议的时间有前掉，所以造成讲，来到底变作议会爱赶啊，安尼赶速度来配合市政府，我感觉安尼是不合理的。你如果说时间来得及的话，应该是循着我们正常的程序来让议会做充分的讨论跟审查，这个才是审查预算的正途啊。而且刚刚主席讲的这个所谓的，紧急，有同仁也讲紧急，我看那10万块的，敢有什么紧急啊？如果你挑出来真的很紧急的话，没有赶进度可能会来不及，那你告诉我们啊，是不是我们休息一下，告诉我们哪几个案子是紧急的。好的，谢谢洪玉凤议员的发言。接着我们请古木花九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我想说我们整个议会的那个大会的时间哦，其实今年是有比较晚哦，比较延后，所以我们整个二三读都要到12月底的时候才能够二三读，如果依照原本的那个时程的话，我想这样子的话，对于我们这些比较需要就是尽快处理的垫付案，我想这个时程实在是太赶了，所以我们才会提说，是不是今天大会可以在今天先处理这个垫付案，就是一读哈。那也希望说，既然大家都希望能够争取时效的话，我们也可以。在二三读的时候可以在今天也能够顺利完成哦，也能够让我们这些攸关民生经济的这些案子都能够尽快的在年底前赶快进行，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赶快进行哦。好，谢谢。好的，谢谢。刚刚我们各位同仁已经有充分的一个发言，也表示了大家的看法跟意见。那本席现在来建议我们休息5分钟，让我们市府的各局处跟我们的各党团各位议员做一个沟通协调，最后再做一个决定，是不是要继续的来二三读，好，休息5分钟。
我在这边补充哈，这个不算大会的宣布，但是因为我们刚刚参议会议员哈，一直说要进户三读是没有，我们的垫付款案是一个审议垫付款案，只到二读而已，二读哈，我要说明一下，我要说明一下哦。也没有读会啦，只是本来是交由各委员会去审议的，那由我们大会来共同审议这样啊，哈。延长五分钟就好吧，再延长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十分钟，是不是？好。没有看大家的意见，是不是先看大家的意见？好，要不要继续？好，好，好的，来。我们现场的说明哈，好像还不够清楚，我们再延长五分钟了哈，再延长五分钟。
好，我们现在继续进行大会。谢谢我们国民党团、民进党团以及我们议员同仁啊，充分的沟通哈，做一个协调。好，现在我们啊，请王家珍议员发言。那个副市长，第一个哈，是不是议长刚刚所说明的，今天的垫付款案，如果大会同意进覆二读之后，就完备了整个法定的程序嘛？是吧？对吧？哎，是吧？那个三读是文组修正而已。OK， 所以基本上你们就可以就二读的完善做所有市政的金钱的动支了嘛？是不是这样？发包了。OK， 就是发包嘛，哈，产生权责嘛，是吧？对。好，那这样子的话，哈。我想基本上来讲，如同去年我们认为市长对于整个市政的推动因他个人一己之私耽误了很多，国民党团不会愿意背起这样子的一个包袱，所以是不是副座您能够解释清楚今天的相关垫付款案它的重要性，以及譬如说刚刚有贵府的同仁在讲中央政府丢下来丢得太慢了，所以才延误贵府送到本会的时间，是不是麻烦您说清楚讲明白，让我们整个大会我们不分党派的议会同事更清楚这个案子的相关案子的迫切性，我想也比较方便我们的一个支持，好不好？王议员报告，基本上中央补助款他补助地方政府，他有一个程序，就是说一定要送议会通过，是啊，对，所以不一定说，假设三月份补助下来，可能议会是五月份才在开大会，嗯，那个时间就会稍微拖一下。那因为这些所有的垫付款，基本上都要在年底十二月三十号发生前者，哦，所以拜托议会哦。所以副市长，重点是在于刚刚民政局长。陈局长跟我们讲的说中央给的公文慢了一些嘛，很多是中央告诉我们这个垫付款的状况怎么样，慢了一些嘛，是不是这样？所以才延误了送会的时间，我们能不能把这个责任丢给中央，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我在帮你们厘清嘛。不全然，因为补助款它可能三四五六月哦，七八九月等等打拖下来，那下来的时候要配合议会的开议，才能够纳入议会的预算。你们如果有非常迫切性的话，请议长加开临时会，那对你们来讲都是小事嘛。您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垫付款越快通过，越对我们市政建设有利。这样子听起来，我们会觉得比较为民谋福的一个大方向是比较更正确嘛。不要让我们觉得又是刻意的要怎么样变来变去，变来变去。那你们。再给一分钟说完哈，好，谢谢议长哈。所以副市长，以后类似这样子的情形，包括跟中央也可以提醒他们呐、啊。虽然小英忙得不得了，忙得不了是他的责任，我们不需要去替他拦什么。可是跟地方建设有关的时候，能够尽早让贵府知悉要怎么样，让议会能够配合啊。否则你们到最后一秒钟，去年是你们不爱，今年我们是觉得你们奇奇怪怪的送，麻烦贵府以后跟中央要求越早给一个明确的消息，我们地方议会才能够做搭配嘛。我想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们党团书记长的看法怎么样，但是我想这个案子基本上来讲能够最快让市政建设能够推展得当的话，我个人是愿意支持，谢谢。谢谢，好，谢谢，好，是不是好？那个蔡议会议员，请。我想无党派、国民党、民进党，几位议员拢关心咱的市政，可是咱来翻开，请大家翻开这本黄色，有的是五月份送件呢，啊，有的是八月份，有的是七月份送件呢。啊！恁即摆拢无爱改，全部责任拢推翻，哦，好紧急哦，没有通过就没有办法哦。啊，是讲真啊，讲假的，我怎看无呢？恁大家看几块码呢？后五月份送来呢？来，我来。
这个柳营的五月啦吼，啊有八月呢，啊有七月呢，啊全部拢唔开临时会，啊真是新会过个拢全部拢会安怎会安怎，那合理吗？议长，我是拜托讲，咱唔是市政府的议事股啦，唔是市政府的议事股啦，咱有咱的尊严，咱的法定的地位，市政府咱配合合理。唔个唔当传播，拢年底上上去卖，无鬼拢袂反打。我们承担不起啦。啊，无就要讲录影，吼、要讲上网。这什么道理啊？一长，我拜托啦吼、你我定一个制度，几个月内底，咱临时会一档一档开八届的嘛，咱嘛愿意甲配合。啊，无有事哦，大会日啦，过过了本，啊，我听无啦。到底这个讲对，这个讲什么电话？吼、拢我无。我建议啦吼，以后你建建立制度，偌久偌久爱送件入来，咱爱当临时会来处理咧，充分的讨论一下，啊无这么贵，改成这边拢我来呢，哦，我压力很大呢，好、拜托议长，卖传播因公司那个听啥啦，哦，制度来，照制度来，偌久五月份呢，较早提出来咧，电路好贵，我建议你啦吼，报告议长，拜托啊。谢谢参议会议员的发言哈，那我还是要再度的表示啦哈，咱议会是要来啊，依照人民上大的利益来处理。啊，拄则参议会议员你的提案，就是讲要几个月一遍的临时会，哦，咱会当来私下做党团协商，咱来产生共识，请市府配合咱，安尼好唔好？这咱书，咱甲来啊，会咱家己本会甲来阁做一个啊协商啦吼。好啊，即马接着我们请唐碧娥唐议员。好，感谢主席哈。我当然也同意说，蔡议员所讲的哈，就是讲咱市政府来让提早吼上入来，当然吼，咱因为当然吼，这个支持度会比较高了哈。但是那是国不离三种吼，因为。这些公文啊吼，还是讲中央吼去研究吼，啊，那就不是他们的责任了嘛，吼。那因为这次这个电务款案哦，那个有电务款案有二十四案呐、啊，二十四案还有之前已经一读过的，对，然后还一般提案五案嘛吼。那电务款案有二十四案，它是必须年底发包的，哦，所以太迫切了。所以也才希望说能够在今天能够完成二读哦，因为你如果没有通过的话，那中央就把钱收回去了哦。那跟中央要求补助是来之不易了哈、是不容易。那既然中央已经补助我们了哈、那我就希望说我们议会同仁哈、能够支持哈、来这个有迫切性的这个二十四个那个电务款案能够来通过哈。好，谢谢。好，谢谢。接着请古木哈久议员。好，谢谢主席。我想针对这个垫付案吼，我们刚刚也有讲得很清楚了吼，就是整个大会，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就是今年的这个时程是整个往后延，所以之后在那个三读通过，按照原定议程三读通过之后，那就会非常讨论之后。讨论这个没有三读，哎，对不？没有，我是说23号之后再来三读的话。是就太晚了吼，所以这边就支持说我们这个垫付案吼能够在今天吼可以二三读，但是在这里，我刚刚看了一下吼，我有一件要询问一下我们的民主事委员会，民委会是你们那个这个部落客服教室这个75万元啊，是可以解释一下吗？好，就在原住民委员会哈啊，我们就原住民的客服有几个系统，在教育局有针对我们。没有，你简单讲就好了。好，就这个部分。这一笔经费是补助谁的？啊，它是补助的对象都是前一年有原民会来提各。你只要告诉我是补助我们哪一个社团？补助社团提计划经过审核通过以后，这一笔经费是不是补助我们台南市有一个原住民的社团，对不对？对，好，他提的是客服，但是你知道吗？我之前有跟你讲过，这一个社团他办理这个客服，有五个老师没有给他终点费，所以这件事情要怎么处理？
这个的计划是。好，所以那个主席，我支持，我全力支持垫付案吼，应该要赶快处理。但是这一案暂时搁置。好，待会讨论。这一案暂时搁置。有讨论的时候，我们再来表示意见好吗？好。这个不能搁置啊，这个垫付没有过的，他整笔也因为这样，这个社团可是你没有处理啊，没有处理那些老师没有拿到终点费，你要怎么去处置呢？他也因为这个没有过，他们的钱都还没有下来，所以这些老我们也会处理，一定要把这个钱下来以后，一定要给这些老师。这个预作方案，我们也比那个是之前那个之前的时候就没有，现在之前就没有给了。那是上半年的时候的薪水，到现在都没有给。国木哈就一眼哈，我想我们一马上半年的薪水到现在都没有给。是不是这个不会？这一案不能那一个人的状况，我想那你也很清楚哈。我想那一个人的状况你也很清楚，所以这件事情我们要讨论一下。好，我们一案归一案，一码归一码哈，一码事哈。现在我们是讨论的是愿不愿意接受刚刚古木哈久议员所提议的，我们追加加开大会讨论刚刚的垫付款案。接着由我们大会来讨论审议、哦、提早通过这样而已、哦、好，接着请我们洪一峰议员，请。哎，谢谢主席，你主席再补了一次就讲得比较清楚，要不然如果说真的像古木议员他又是党团的干部，他这样子的发言会把整个议程搞得更混乱、哦、那我想我要请主席哈，就是说未来跟市政府这边要建立一个机制。那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垫付案的提出了哈，比如说保安第四案，那这个是11月7号的公文，我们才来办理嘛哈，市政府那是23号，11月23号市政会议通过，那这个案子时效性就是有蛮紧急的。但是如果我们再看民政第八号案，这是5月份的时候管理局就已经公文来了，但是市政府到10月26号才在市政会议通过，这时间耽搁了那么久。如果说像这样子的一个进度要让议会来背这样子的一个责任的话，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今天不管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如果说审议通过了，我请主席要跟市政府之间，将来他要送这个垫付案，一定要建立一个更完美的机制，要不然像这样子，他自己拖了5、6个月才通过，才要上到议会，结果你议会审查的速度如果来不及他们所期待的，那整个责任要让议会背，这个是非常不公道、不公平的。好的，谢谢。我想大家刚刚的充分的发言，多数的议员都。同意我们垫付款案基于时效性，所以提交今天的大会共同来审议、哦、是不是大家有所共识，同不同意？好，那我们就来同意提交今天的大会审议我们的垫付款案。那我跟大会来报告，我们上一次的一读会也有我们的垫付款案，我们是不是并合并一起来审议好吗？好，好，现在我们就请议事组的同仁逐案宣读我们的垫付款案。好，先从今天这一本黄色的开始来，请议事组宣读。是，来蔡英文院请。安尼怪怪啦哈。咱大会通过议案，无政府度，啊，今仔的议案，你搁个变更头啊，下个三个电话要来做伙来二读，我感觉就是不是二读哦，是一并审议。我知啦，我知啦，一并审议，一并审议可是要二读啦。对，所以我也征询大家的意见呐、啊。我真的跟你讲，有意见啊。好，那你请说。今仔日会务大会讨论。目的就是这些比较早没在大会通过的电路案要杀进来讨论，刚才大会通过、哦、啊，原始开机一日电路案一读、哦、通过、哦、交今天议程到谁管呢？咱大家这些主管机关，咱大家议员跟想看看，没啥关呢，比较早那一根交
要审查，二度审查。啊，你即马个绿色会，感觉开会怪怪，安尼改成议会较凊彩小寡哦。大会拢通过一度电话，无政府度。今仔日是因为会大会，迄日有人请点秘书去，甲无完成的个啥来要大会讨论同意度，即案要个同意二度。啊，原属遐要甲落去即卡内底个要政府度。哦，我感觉安尼较离谱些寡啦吼，我是感觉安尼是较无好啦吼。头下呀，反头下呀，大会通过反大会通过，今仔日反今仔日，安尼唔够体制，啊无你个去研究一个看变个方式，原属遐个变个解套吼，就是我讲一个，你听我意思啦吼，卖小青菜啦吼。谢谢蔡议会议员的发言哈。我们征询大会各位议员同仁的意见。那刚刚本席所提的是我们开幕的当天我们有提的啊，也是市府的一般提案，有36件的垫付款案。那今天我们就是恢复大会，刚刚的决议我们有针对最后市府再送出来的一些垫付款案，我们就是一起加进来共同来审议，就是这个样子，哦，不是说啊上次通过的啊，然后在今天都一样啦。其实我们今天通过也是要交付委员会来审议嘛。那因为基于时效性，所以我们才有大家这么充分的讨论，同意来审议给市府来发包执行。我只是您的意见这样子的表达，我只是在说明这样子，哎，好，来蔡英文议员请。关注一下，嘛是超过多的模式，拜托会议长看看嘞，对几样，还是讲咩？原则上，电路案拢今天要过，一般提案的我留落来，啊，这样就比较清楚，咱的关节协调啊。好的。卡住，卡第一案，第一个大会全部拢通过。那我认为好的，不同意哈。现在蔡英文议员的提案就是，我们今天就审议我们的垫付款案，哦，其他的提案我们不审，这样同意吗？好，好，现在请议事组先宣读我们这一本黄色的，行，宣读第一本黄色的，哈。民政试题六，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案由为原住民族委员会核定本市105年办理扎哈木原住民公园周氏凉亭重建计划，经费新台币60万元整一案，全额中央补助，敬请审议。大家有没有意见？通过。民政试题七，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社会局，案由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补助本市办理父母未就业家庭育儿津贴实施计划，105年度第四次拨款，经费新台币6,900,000元整，其中预算编列不足数619,600,000元，敬请审议。有没有意见？通过。民政试题八，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柳营区公所，案由交通部观光局核定补助本市柳营区公所牛新县争议奶香传万里2016柳营牛奶节，经费新台币10万元整一案，敬请审议。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来，你有意见吗？好，请那个，这个观光旅游局说明。是民政局，好，民政局来。因为这是区公所柳营区公所接受那个交通部观光局他们的一个补助案了，啊。那这个是他们地方特色产业，就是柳营牛奶节。那这个这个部分是当初确实是公所在时效上并没有去掌握，这个我们未来会要求各区区公所会去注意这个中央补助的公文核定下来之后。我会立即来要求各区区公所要注意这些时效的问题。好，林念注意言情来。那个局长，你刚刚自己说是他们的公文，哈，是比较没有在注意。但是我个人我在想，
这个是你的业务吗？因为你跟我讲是区公所，是，但是呢，这是由交通部观光局 是给我们的经费。因为是这样子跟议员说明了，因为我们各区区公所接受中央各机关的这个补助，那他们因为是我们市政府的派各区区公所为市政府的派出机关，那因为民政局是他们的管理机关，所以这个都会挂在我们的名下了。但是挂在你们的名下，观光局就不需要。其实跟观光局这件事情跟观光局也没有关系，是因为什么叫没有关系？因为是这样子，这你是在为地方的特色，是特色产业，那个是比较是这个地方的产业的部分。但是它才10万块而已，我就认为说一个10万块，我们要等到说来垫付款，这未免台南市太穷了吧？没有，因为这个是活动，因为他们也会。地方公所也会去争取中央有一个相关地方特色产业的一些活动的补助啦。那因为这个金额都不是很大，都是没有错。我希望你明年要改进。好，是，谢谢。好的，继续民政9试题9号案。民政试题九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案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核定本市部落客服教室建设3年计划105年补助经费新台币75万元整，中央全额补助，敬请审议。有没有意见？通过。民政试题10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社会局，案由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核定本市105年度上下自如跨梯无碍建构爬梯机服务输送体系计划，新台币116万7千元整，敬请审议。有没有意见？王家珍议员请。那个社会局长，请刘局长。对不起哈，局长，辛苦您说明一下这个案子它是怎么样的使用这116万7千元整。跟议员报告啊，就是说这个我们是跟中央申请4部的爬梯机，在哪里？在台南。那我们在我们的辅具中心，就是无障碍之家那边的辅具中心。那我们社会局有辅具中心来让民众来租用这个爬梯机，有需要的民众。那主要是针对目前是针对身心障碍朋友。那原来台南市只有一部爬梯机，过去这一部在哪里？一部也都在辅具中心，所以都在无障碍之家。对，那所以明年，那我们原来的一部，然后加上现在申请的4部，那如果今天就是说我们议会这一次通过之后，我们就可以购买4部，然后加起来就是5部。那我们承办的民间单位也有他们自己买的3部，所以明年106年开始，台南市会有8部的这个爬梯机。那麻烦局长让我们知道一下它使用的频率，因为这个是一个所谓的爬梯机，是不是有点说那个上下的？对，上下楼梯是那个嘛，就是那个、对不对？对，传统公寓没有电梯的可以使用的，但是还是要评估他们可不可以使用。对对，所以这一部分麻烦局长追踪它的一个效率，好，我们追踪它的使用的状况，好不好？如果有需要的话，随时跟局长要求告诉我们一下。好，谢谢。好，谢谢。好的，谢谢。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民政试题11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社会局，案由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核定本市105年度建构托育管理制度实施计划，就业者家庭部分托育费用补助第二次及第三次核定案不足经费新台币108万5千元整，中央补助款一案，敬请审议。好，王家珍议员请。那麻烦一下局长再说明一下好不好，这个案子再跟我们做一些说明。来，局长。我们这个针对就业者家庭部分托育的这个家长，我们就是说他的孩子有去做托育，我们给他每个月的补助多少钱？大概2000到5000不等，因为有低收、中低收，还有一般民众。一般民众是2000，还有他的这个收入的状况。那好，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哺育了多少人次了？这个可能要我就是之后再跟那麻烦局长。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有没有限定？譬如说我生了3个孩子，有没有因为我生的孩子比较多，所谓给的有没有一定的一个规则，是鼓励大家愿意生育子女，还是怎么样？我再把这个相关的比较详细的资料
局长后续再送给议员。麻烦你，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少子化，不管哪一个政党，我们对少子化的未来、国家的竞争力、少壮能力的越来越丧失是非常忧心的。所以类似这样子的补贴托育的计划，我们民间对它的了解是不是很充分？也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想多生孩子，我是不是很容易我就知道政府是在鼓励我的，是在给我一些优惠的，给我一些未来育婴的时候一些相关的补助的？我说这些要让大家有感嘛。局长，在这一部分你们贵局有没有多做一些让民众的知悉是宣导好不 好, 好局长好就麻烦这一部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请局长加强宣导。接着我们请林念柱林议员。局长，我很想哎，可是找不到。来，局长，来，我请问一下哦，针对我们你刚刚所提的这个案，你是今年才办吗？没有没有，这个一直都有啊。对嘛？那他为什么中央慢？中央就是他们会分不同的时间核定。那这个是就是我们十月份他才最后来核，就是第四度来核定。那假如他没来呢？你要怎么办？通常他们万一呢？万一没来呢？我们应该都会跟中央这边来做反应。那中央他们都会来得及。那今年他们是十月十四号才因为你刚给我们函。对，刚刚嘉贞姐有一点就是对你对于这个案有不了解。所谓的不了解，他不了解你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才送，因为这个预算呢，要讲这每年都有的嘛。对。那假使今年度没来呢？我问你啊，假如今年度没来呢，预算在年底这时候没电入到呢？还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那只是说他们就是不同的时间，那他们会补。那我请问你，他们会补这个不足的部分。那你这个案什么时候送的？那你这个案什么时候送的？这个不是我们去申请，都是年初我们就送了。好，那市府到底有没有针对这样子去开会？有有，但是中央他那假如市长对托育这么的重视的话，不可能这一次这么这一个电话这么的晚吧？不是，这个有两种状况跟议员报告。一个状况是，人数增，台南市的人数增加，那跟原来的预算可能不足，那会再跟中央申请，他们会再核下来。但是我看你这是整条的预算、啊。第二种状况是，我看你这是整条的预算，我希望。这个、这次都是都会让你们过，我们只希望你们明年度不要用这样子是赶鸭子的，让我们感觉很不好。还有林议员，我在说话的时候麻烦你不要出声了。好，接着我们没有意见，我们通过。接着我们审教育试题五号案。教育试题五，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案由行政院核定本市台南市美术馆建设计划，经费新台币8.03亿元一案，其中105年度5000万元全额中央补助，敬请审议。各位同仁，是否同意？好，王嘉贞议员，请。文化局呢？来，局长，这个案子5000万，现在到如果照这样讲，好像1亿已经出去了嘛，是不是？是不是？跟议员报告，5000万是今年文化部先框列的经费。我怎么上次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另外还已经又编了5000万？没有，不是哈，总共就是8.03亿。嘿，是。来，局长，针对台南市美术馆建设计划，它是一个整体的嘛，一个大区块嘛。那本会同仁很关心的赤坎文化园区的问题。我想跟这个计划案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的区块来讲的话，未来会不会变成一整片？你们在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大格局的安排，就像市长在讲的那个所谓的司法博物馆那个东西一样，那你们会怎么看待未来？赤坎文化园区跟美术馆园区在区位上虽然都是在所谓的旧城区的部分，但是还是比较不一样的区域。不过会透过我们的历史街区的串联，日后可以让民众可以用徒步的方式，那可以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局长，是我记得很早是我们说过，你美术馆
包括警察局，是不是？是。它基本上警察局跟美术馆还是有一点点路途的距离，有爱接。可是是，但是你们是希望把它变成一气嘛？就是整个变成一个大的轮廓嘛，来吸引包括我们地方人士，包括全国人士，包括世界各级人士来看待嘛。所以显然现在文化局的预算这么样子的丰富，你们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所以我们希望要求局里看待你们整个的文化园区美术馆，包括未来赤坎文化园区的案子，你应该更有大格局，而不是就一点来做思路嘛。是，没错。要麻烦局长，因为整未来所谓的旧市区，他会靠这个文化园区把它带兴旺才对，否则旧市区的没落是我们都忧心的事嘛。我要麻烦局长要跟我们做更多的这个大格局的一个考量。我也要求局长私下你要把一些相关的资料我要跟你要，好不好？包括赤坎文化园区，包括这个美术馆，警察局它整个的规划，局长。好，谢谢，请洪一凤洪议员。谢谢局长，我要提醒的是，这个5000万我没意见哈，但是呢，我想中央补助它是占了8亿，那重点是明年度的4亿。那这个中央明年度的4亿这个进度，我要请文化局要追一下，是，要不然你每次都拖到那个年底的时候，万一如果那个中央部会开会，跟立法院那边的预算又没有很顺利的话，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的那个补助经费啊。是，那我不晓得你们现在这样子美术馆的动工哈，您到底是有几位？你现在公十一个也听到了，你是室外的美术的艺术品都放在公十一家嘛，室内的放在警察局那个名字呢？还没确定什么意思，我听不太清，就是那个公十一你知道吗？你们现在在公十一，没错，对，动工的那个公十一，你不是那个就是那个室外的艺术品都是摆在这边吗？跟议员报告，公十一是一个当代的美术馆，所以它还是有室内空间，还是有室内空间，还是有室内空间。那有没有停车空间？有，地下一二楼还是停车空间。那有几个位置啊？大概目前大概是400多个位置。四百多个位置，是因为那个地方哈、真的是很欠缺那个停车空间呐、是啊，你到时你这个美术馆会成功啊，未成功，停车空间占足大的因素。那如果你去停车空间也无规划啊，足好，就是讲。很多人跟我问说、你们在做什么，我说我只知道 做美术馆而已，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是只能够支持他，就说经费要过，经费要过，他到底怎么规划，我们地方的民意代表就没机会让我了解，所以人跟我问说、到底有停车的空间，不是停几位啦，我说我不知道、现在人跟我们去、不然你是在做什么议员，你每个人都不知道，丽林也开过几个说明会、所以地下一二楼还是保留原有的停车空间，还是保留，你请放心。但是原有的停车空间，它的那个通风设备很不行啊。有改善，包括结构补强，这一次都一并的做了。没有，它不是结构补强的问题，是通风设备很不行啊。那个噪音又那么强，你若开了，厝边头尾大家都没有空间啊。安尼是迄个避暑仓库是要哪做的？所以经费我是支持的，是，但是我要请文化局多用心啊，要不然你这个整个旧城区的成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之一啊！你钱十几亿开落去啊，等于二十几亿来挂遐艺术品，是二十几亿的工程，结果到时若做起来，无在条对人高扬的一角角角的时阵吼，迄咱就有够落差啊！我们会把它做到最好。好，请文化局哈要注意哈。好，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接着。教育试题六，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案由国家发展委员会核定本府办理台南市设计翻转地方创生文创一者加一白河地方产业创意加值计划，补助经费新台币200万元整，敬请审议。好，王家珍议员请。来，局长跟我们说明一下什么叫一者加一，现在大家就用这个又中又英，还应该其实还应该多加一些。跟原报告哈，这个计划是国发会他在下半年度刚提出来的一个计划、那我们提了一个所谓的示范性的计划，是以白河是我们提的还是国发会
国发会有一个主计划，那由县市政府来提案。那我们当时候去开会的时候，他 就希望我们用白荷莲花作为主题来提这个计划，所以他是用设计的方式去翻转地方的产业。现在大家都拿着一个时尚的字，动不动就把它不断的讲，表示我们很 fashion， 很赶得上。是翻转什么？你告诉我们翻转白河的什么？你现在这边讲 eat， 要吃加艺，艺是指文艺。艺是呀， yeah， 文艺。那你告诉我它的内容是什么？跟议员报告哈，这个计划大概是用设计的概念，去把譬如说白河莲花的这些所谓的莲子、莲蓬、莲藕去做设计，透过设计去把它加值。所以这个计划的概念大概是如此的。你明年会办成什么样？你告诉我，这会是办成什么样的？这个明年怎么样展现？大概是它会针对一些产品的包装设计重新去包装形象。我的意思说，你们没错，你刚刚用的字很好，包装的都非常漂亮，翻转这，翻转那，不要到时候又只是摆大娘。摆个十个摊，就说这个叫做 eat 加 e 翻转了。我的意思是说，不要玩弄文字的游戏。所以明年你这个案子是过去有没有？没有，过去没有嘛。第一次。好，那第一次嘛，要做个开创，是做一个榜样。大概明年什么时候？我们大概十月份。明年十月份。对。好，局长。麻烦这个案子你到时候绩效拿出来，明年大会的时候显然应该不止一年嘛，对不对？十一个月了，大概不不不，我说这个案子如果 OK 做得好的话，后年还会被做哦，就国发会他会延续这个计划，对嘛？是，所以明年是第一年 pioneering 的第一年，对不对？对，所以明年这个案子的成败攸关未来，我们能不能让人家觉得我们确实翻转了？麻烦局长，明年这个案子慎重为之，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跟你讲，让本会的同仁都有机会亲身参与，恭逢其盛，一起来看看你们能办。好，好，请文化局哈。记得执行邀请。好，接着请曾佩雅曾议员，请。感谢局长哈，那个文化局长，刚刚好我来的正是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直很 care， 而且一直公布来盖。这次我们台南市所有在小孩子在地文化运动的走啊，好，在地文化的，这个真开心的，能够一根搞给文化艺术都已经带入到乡下在地文化，所谓的在地。在地文化，为什么咱在地囡仔那时候你跟我讲说都排不上到我们的国际会议厅？会议厅就是咱文化中心。那我今天刚好有一个呛死，我邀请所有的，我问今仔综合国小登到伊，伊我遐说我问讲，那你们这次的那个在桂林比赛第几名？第一名。我拢话讲一句话讲，那你可以那你们今年就可以在文化中心表演，就不用还得去到那个生活美协馆。你干嘛伊甲我讲啥？没有要全国赛才能。真的文化中心的节目这么那么排的那么满吗？局长，全国比赛才会使，台南市比赛第一名，搁未使怎样表演？议员，咱有一个先后顺序。什么叫做先后顺序？全国比赛了后，咱都有档期，安尼咱市的第一名当然有机会啊。什么叫做有机会？当然有机会。所以我们现在空出应该是有七个档期。什么叫七个档期？你讲安尼，我做含糊呢。七个档期嘛，而是讲我有话，迄个时间，每年大概六月迄个时间，我有空出了一些档期，就是要给学校的这些表演艺术团队的。我不晓得几个档期呐，十一个重要性我都不知道你们怎么排呐。但是局长，我故意的讲哦，那时候你们说哦，你以前你那边做文化局长的时阵，你那在文化中心那时候的时候，每个节目都可以上。只要在我们东区就近那种档期，阿玲讲，现在你的水准比较广，咱的水准较广，所以国际性拢做好，拢来咱台南区文化中心表演，那已经都没有了，哦，档期都满了。我们只要求说，
在地文化在做啊，咱文化中心在阮的边啊，而且所有每次全国性台南市都在，拢在阮的范围内，国小国中，卖完走到遐远去迄落，是个家长我看不认，讲个个走到生活美协馆。那你给我们的标准就是讲哦，伊是我讲过有一个伊个机制嘛，你是全国上是第一地方专区第一名的都会当啊，为什么只有两个全国第一名跟台南市第一名都不行？只要全取得一天一天而已吗？会当一张台南市的囡仔尔吗？议员，迄、那个办法是长假好，大家共同定出来，好好的定安尼。局长，你来看就是上好的定安尼，我不太相信，我没有从来这么生气过。议员，你不要生气，你把它了解清楚。什么叫了解清楚？局长，我问你啦。什么叫了解清楚啦？真正咱台南市的囡仔在全国比赛，该当去文化中心台南市比赛第一名袂当，副市长。好。谢谢谢谢那个培养议员哈，当然培养议员为我们的在地居民呐哈，包括我们优秀的台南子弟哈，发声哦啊那个文化局长哈，请你在私下跟我们曾培养议员做一个双向沟通，让这件事情能够圆满的哦啊，培养议员不要再生气，我们省我们的。那个垫付款一下哈，啊，我请私下请那个文化局长跟你说明，然后啊把事情瞧好。好了，好，再请这边啊，议员请局长，我讲真的啦，吼，其实你讲哦，咱已经档期排满，我们没有办法在所有的孩子有机会在文化中心，这个我嘛不跟你反对，啊，我嘛感觉讲说之有理，但是一个台南市比赛第一名都未当你们文化中心表演，我是感觉讲较好切一点嘛。哦，以前你我跟你讲啊，议员进不是讲伊进无法度，我去年是这样子排，所以没有档期。但明年我是预留下来呢，我是为他们把档期都预留下来。可是你知道吗？你了解清楚一下。我讲，刚好今天我们请他们吃饭，我跟尹环也是一个，我没有是全国赛才有，所以我听得很生气。就是说，我说，咱不一定要第二三名，我们只要给孩子一个优越感，跟你在地专区比赛、全国比赛第一名都有这机会。其实这种物件足简单，咱两个一个局长一个议员，你要争议这一点，我就觉得很可笑，你知道吗？这种物件足简单，我唔是讲像较早，恁来作济，局长，你这种了解局长，其实他们收到公文是全国才有，知道？因为我们各类像合唱、节奏乐、直笛、哦、交响乐团、弦乐、国乐、西乐，嘿呀，咱台南市第一名，嘿有够济。哦，议员，我来报告，我肯定嘛，你足关心，你足了解嘛，你肯定嘛，你了解嘛。你肯定嘛？哦、你袂当讲哦，都国家全国第一名。啊，因为因拢袂当，因拢袂当五六月，其他的时间因无啊。伊也讲啊，整个发表会的时间拉长，我就较有法多。伊拢袂集中在那一个月，那一个月才四个礼拜，议员较有法多啦。啊，就是无法多，唔才第一名哎。等于考虑我上说，我跟你讲。这个是有道理的啦。我会再去跟议员报告。而且你上次我的定期大会、临时会，你都说。你会照这个有定力的去那个规定？是啊，的确是定了啊，议员，的确是有定了、啊。那是全国性就对了。目前是以全国性优先呐、啊。全国性优先，按、啊、不就是一概念就对啊？甲文化中心讲个派啦？不会啦，其实全国项目还很多哎、欸，报告议员。真的啦？难道都是外国的人的孩子可以表演，别人都不能表演？是完全这个是没有关系的，议员，这完全没关系。我们是特别预留了一些时间给我们的学校。你看，安尼在地文化经费干嘛好人？安尼没意思嘛？什么叫文化？咱台湾的囡仔都唔是都无文化吗？不是啦，议员，这个不是这样子啦。哦，我再找时间跟议员报告更完整一点，好不好？你了解更加详细一些，看嘛，各拢无同款啦。不会啦。好。请文化局哈慎重处理了哈，好，没有意见，我们通过。来，请继续。教育试题七，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文化部文化资产局补助本市办理105年度眷村文化保存新兴计划第二次提案，台南市水交社文化园区保存活化第二阶段。
推动计划，总经费新台币1070万元整，中央补助款856万元，市配合款214万元，敬请审议。好，请王家珍议员。局长说明一下，来，这个1070万元是您是怎么花销？水交社文化园区的部分分作两种经费，一个是古迹修复的经费，目前在进行当中，那大概是1亿3000万目前的发包金额。那另外第二个部分就是所谓未来的再利用的展示规划跟设计的经费。哦，所以这个部分主要是什么叫做展示规划？譬如说，你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点在所谓的给一定的单位做所谓文化的展现嘛，有没有？不是，那个是另外属于公园的部分，有我们的所谓的文化协会在那个地方协助做导览解说。那个预算是哪里来的？他们那个部分是类似志工性质的部分，有一个空间让他们来进驻。所以你们是免费嘛？那个就虽然和这个案子没关系，没关系。我的意思是说，那个是你们免费提供空间给某一个社团在那边做他们自己的规划展演安排，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好，那那个地方有没有一个绩效出来？有没有绩效？那个单位有没有绩效？它是一个水交社文化协会嘛，哈，那他们主要就是帮忙做一些导览解说。是，对，局长，那整个水交社它是一个大的文化概念嘛，对不对？是。那个是其中一部分。那我要求，就是麻烦局长，你这个地方，你说你这个预算，它的一个花销，你刚刚讲说另外是好几亿，那是什么？那是在古迹区有3栋的将官宿舍跟5栋的校级宿舍。那在里面，譬如说有一间是要做眷村文化馆的，嗯哼，那譬如说有一个空间是希望展示有关美军的文化的部分，那这个就是有关展示设计，包括有一个明清的一个文物馆的部分，那这个部分的经费就是跟中央争取来做展示的规划设计的经费。所以这个1070万是你们已经有一定的定论要展示哪些东西咯？对，这个当时候提中央申请经费的时候已经就提了，在县市合并之前就有一个计划了。还是老话一句哈，我们对水交社这相关保存以及未来所谓的历史的记忆发扬光大，哈，我们很有关怀，很有兴趣。麻烦局长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去了解去看，但是让我们能够知道一个时间上，是的，麻烦您好不好？ 是跟我们联系一下，让我们看得到它。OK， 局长，谢谢。谢谢，请李文正李议员。多谢局长哈，这个局长哈，我请教你啦哈，这个咱台南市哈，像讲这个二二八事件哈，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影响这么大啦哈，但是我无看到讲哈，咱的政府啊，对这方面呢，这的一个啊纪念馆也好，还是讲相关的这的一挂物证也好。拢无看呀，哦，啊，咱这个水交社文化园区，哦，咱会当安尼开馆啊千万，哦，啊会当去遐设遐尼济这个纪念馆，啊是安怎？咱台湾人，咱真济前辈为这块土地来牺牲生命，哦，是安怎？咱安尼？要来纪念因，这尼啊困难呢？啊，局长，原来你报告啦吼，我知影你对这个部分特别关心。虽然咱正要无习惯的这个计划，不过咱对二二八相关的资料的调查、展览的办理，咱一直拢有做。包括每年是70年的二二八事件纪念，咱嘛拢开始咧规划相关的活动，吼、哦、啊，所以有关这的迄个文字的记载、出版，吼、哦。啊，这个研讨会啊，讲座，其实咱拢长久以来拢一直在做，吼、哦，一直在做。啊，未来这资料也是会当作为咱未来啊要做纪念馆的时阵非常好的一个资料啦。所以啊，议员报告者讲，这个部分咱会一步一步来啦，吼、哦。我有那相当的这个不满啦，吼、
就是讲，咱会当去做一寡，吼、哦，安尼开遐尼济钱，吼、哦，用遐尼济只的一个场所，哦，去纪念各种的只的一个物件，结果颠倒对着咱家己的这个这个土地的历史，竟然的时阵。哦，你讲有咧研究啦，有咧调查啦，有咧研讨会啦。我想这款的这个做法拢啊，阁无够。哦，所以我希望讲吼，咱有哪爱倒转来家己的历史，倒转来家己的文化，吼，爱用咱伫台湾这块土地所发生过遮的一挂代志呢，吼，真侪人，真侪咱的下一代，正是教科书也阁乌白咧教。哦，所以这是让咱感觉非常痛心的这个代志啊！啊，局长，哦，我希望讲在这个方面呐、啊，咱来对家己要有信心。哦，你看像美国，人讲你是台湾的总统啊，结果咱还搁在讲中华民国的总统。好，谢谢李文正议员。哈、哦，好，接着我们请洪义宏洪议员。局长，不好意思，我要请教一下哈。那有关水交社文化园区哈，除了这边这是第二阶段迄个推动计划嘛哈，那后面还有没有？我们都还会继续跟中央申请。啊，那如果说我们整个园区建构这样子还没有算完成几成呢？目前哦，目前空间的修复刚开始而已。哦，哎，那将来我们整个。都建制完成的话，是我们文化局自己来经营，还是委托这个协会来经营？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会来经营、嗯，那有一部分如果属于比较商业性，譬如说属于眷村美食那个部分，那个可能我们就会委外，哦，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的专业，哦，那个也是短期的。是，那你整个园区的经营还是要从长期来看呢、啊？当然。那我不晓得说，在我们台南除了这个水交社的文化园区。的建构之外，那二空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二空眷村文化的保存，目前我们都是协助他们的社区发展协会用社造的方式，去保存他们目前的文物整理。哦，我看那个包括护国那边也都是如此。因为我看整个那个经费的运用，好像都没有看到二空的。目前是没有比较具体的经费在二空，二空那边大概长期以来他们都是用社造的经费在营运。那你自己平常有没有去看过？我常去。你常去哈？我常去。因为我觉得二空那个地方，它很多部分是保存的很不错的。跟议员报告，因为吴局长这边都发局也透过都计的方式来做协助，所以我们是有在合作的。嗯、未来它会有一个空间。好，吴局长不要讲你。好，给都发局吴局长声音。卖公安起哭，我拢无咧关心，较早关的呀，对哦。感谢。感谢你完了哈，二空这一件哦，的确那个你注意到这个，其实我们在原县府的时代哈，他们那边有一个自治会哈，他蛮积极的，嗯，所以在原县府时代，他就找我跟叶局长哈，先去看过，我们看过，其实也蛮高兴，他们自主的保存的那么好，他们很投入，很用心。我们目前已经透过跟这个国安部还有跟营建署哈，共同合作，有提一个二空新村的都更的规划案。但是我们在这中间有你的都更案都是要把人家拆掉的，啊、所以说我要跟你报告，我的意思不是要拆他的，你不要搞错了。我们有保留哈，我们经过这个县地调查，也找他们自治会一起来，那大家有一个共识，大概就是在碉堡后面那一整区哈，那一整区那大概会保留大概5到8户。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水交社可以这样子保留的话，對那二空因为也很值得这样，我们来跟他协助的。对，所以我们大概后面那边也有帮他保留一区、嗯。那现在的树屋还有在那个盖好了二空新村。好，唐碧娥唐议员，请。好，谢谢议长哈，那个文化局长。我赞同刚才李文正议员他所说的228事件，明年是70周年，戒严是30周年。上个礼拜天，台史博物馆特别举办了228特展，文化部的部长郑丽君，我的好姐妹，
特别从法国赶回来，来参加这个特展，我把他全程录音起来。他法国之后又到了德国，去德国他很震撼，为什么震撼？他去德国，德国的官员带他去参观，首先参观的不是受害者的，而是加害者的秘密警察的办公室，那个习近平是那行那个行的行犯人的吼，行犹太人的，行刑犹太人的，然后他们的资料保留的非常的完整，就即便是已经被碎纸机碎掉的，他那个资料铺起来达到200公里这么长。他说这些被碎纸机碎掉的资料，我们也会一块一块的把它拼起来，作为后人的借鉴，历史的借鉴，让后人知道自由、民主、人权的可贵，而威权集团、威权独裁的这个政权对人民伤害多大。所以局长，你可以去向文化部去请教我的好姐妹文化部长郑丽君，你去请教她，那些资料她都有。她那一天来演讲，我特别去听，台史博物馆帮她整理的一张稿，她完全没有看她稿，她完全是自己在讲的，讲她过去到东德纳粹秘密警察的那个办公室，他说竟然是先从加害者的这些人来告知，作为一个告诫，而不是受害者。当然受害者的名单也都有，这些资料加起来。好，谢谢。好，针对我们教育试题弃案的电务款案，大家有没有意见？好，通过。教育试题八，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核定本市105至106年度产业文化资产再生计划，总爷唐密艺术扎根计划经费新台币1500万元，补助款900万元，是配合款600万元一案，敬请审议。有没有意见？通过。建设试题一，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卫生局，案由卫生局拟具卫生福利部核定本市办理推广登革热防治社区动员及卫生教育、病媒及化学防治等预防性工作，补助经费新台币3000万元整，全额中央补助，敬请审议。好，林念珠议员，请。李局长，你说明一下，你因为呢，在前年的时候，说实在的，我们这个登革热是全世界第一，但是呢，在今年度我看你做的也相当好，当然有错，那有改。那我很想了解你这一条预算，你说你在社区各社区，那我很想了解说你是怎么的分配法，你怎么做？跟议员报告一下，其实如果平常我们的市预算当然要涵盖37个行政区，但是在原来的台南市加上永康或者仁德归仁这一块还是比较热区。那这个是由台南市政府跟高雄市政府跟屏东市政府再写计划，跟卫福部申请的。是。那他要求的就是说，对去年疫情比较严峻的，在台南市是总共有176个里，我们去做比较加强的一些资金或宣导，包括这些需要的时候，大家知道今年的境外移入已经达到26例，我们你刚刚说几百个里？176个里。176个里，但是我们其他的里，因为我们从台南市有752个里嘛，那这个176里只是占其中一部分，但是其他的里我们是用我们的市预算，还有我们这些云资的预算去做，但是它对于176里是由中央的疾病管制署列管的，这个我们要重点去，他会做考核。好，我了解。考核。那假使这样的话，你针对176个里，那你这是自行做还是找民政局配合呢？
我们这个是因为我们现在登革热防治中心，这包括民政啊，还有环保卫生，还有一些教育体系都有，所以我们这个是就一起做这176个里吗？而且这个有对，这个都有请所有的里长。那在疾管署的这个讲解之下，都告诉他们怎么去做。那相关的一些预算是一起编在我们里面，一些防疫的物资就由卫生局统合去发包，然后会分给各个里长的需求。好，那他们的需求你给他们的需求他没有提出来，然后经过区公所以后是盘点到我们卫生局来。所以说是由他们提出来的需要什么的设备是不是？是基本上是这样子没有错，但是有一些中央不足核备的部分。就是我们不能做，但是他的需求只要符合，我们就会供应。我的意思也是这样，我希望你知道嘛，在哪一个区域它是比较说它是最严重的地区，最严重的里，但是就针对那个里而去做。但你刚刚有讲到高雄跟屏东哦，我认为说不止未来你应该嘉义也要，因为为什么蚊子是会飞的？啊，所以呢，谢谢议员啊，因为嘉义县市刚好是北纬23.5度啦，那它在这个。以南的地方目前是比较有埃及斑蚊，那全台湾是都有白线斑蚊，但是如果现在天气暖化的关系它还一直往北的话，我想唇亡齿寒，这个嘉义县市是第一个要去注意的地方啊。所以我说未来你要针对说跟嘉义也要做配合，不要说我们这里做得很好，然后他那边的蚊子来到我们这里，这个经费给卫生局长声音。但是现在国家一个文媒中心，他们整个在做防疫的时候也包括嘉义县市。好，谢谢。请参议会议员。局长是，这条医生交咱卫生局通过医生无关的，无关的，我命令医生，无关的无啦。这个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这是由他们的这个动二，中央的动二进来的。对了，刚才我讲了哈，咱你新卫生局。新登革热，我过来请问嘛，哈，卫生局改变呢，这条无伫额度内底，因为你明年要追加，还是100公，七年多个要转正，是，这3000万，你怕算要怎用？哦，刚才跟林议员讲过嘛，现在跟蔡议员再讲一遍，就是说，他基本上来讲，一的是 CDC 有提出来176个里，那这个里是在我们去年的登革热疫情比较严峻的地方。那依照他们的需求，他们会列出，比如说他们需要一些防疫的物资，那需要一些茶水，那有些东西的话，就是包括一些简易的这个防护的设备等等。那他提出来以后，但包括一些临时的这个人员，这是我卫生局去做请，这个聘请。你本局医生，我编过6000万呢。较早你编几十万啊，即改明年，说突然间编过6000万，会当我你用，我希望吼，局长用我好，以后卖个电话讲咩？怎无喷枪啥呢？一届要捉，唔能定定定，要拍喷枪，掉掉掉去掉无啦。啊，谢谢议员。那我们现在台南市本身，我做烦恼，你这钱哪边来开呢？现在一下卡在无，今麦可能6000万要你开。我们现在106支喷枪在室内的部分，那在南区管制中心，就是疾管署的部分，他也买了100支，所以在放在我们登革热防治中心就有206支的喷枪。那我们现在的所有聘请的约聘雇人员，现在有50几位。他基本上来讲，他去做社区防疫的时候，平常是做社区防疫，但是像最近境外移入，我们已经达到26位了。他需要喷药的时候，是由我们自己的稽查人员直接去喷药。简单讲了吼，要爱钱有钱，要爱人编一个好哩啊。明年咱希望记得了吼，台南市这么多钱，人力物力干明拢投入，咱会当登革热吼，会当求今年这平安。你敢话都自我期许，有可能无？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子啊，是。不是当然希望啊，他这样一张变60万，千万我千万个人啊，可以挡，可以啊，你讲这不要那个表示你能力，就是可能哈。就是、一定要大家努力，是。我们好多努力，我到宣传，到讲，到出变东西，到做点水，出来看你叫环保局啊，你呢？哦，你专业未啊？这个大家。啊，他这事业要背包干的啊，对不对？哦，一百十也是正常供应，嘛始终嘛唔敢分，发慰问金也唔能敢补助拢未来啊。反正要过，也讲无爱同意啊，吼、哦、不受理啊，啊无变什么咯，啊这交这无关系啦吼，拜托唔能够发生啦，吼、哦，你掌握意思啦吼。我知道，谢谢。好，谢谢，请洪玉凤洪议员。那个局长，不好意思，我要请教一下哈，像今年登革热啊，有伫台南吗？有境外移入的迄个案例无？现在有26个。26个。那在全台湾现在有330几个。嘿，那台南，你说26个是境外那个境外移入还是本土的？本土的从入夏以后，就5月以后跟他冷哎，
哦，本土的两个呢，啊，剩下拢境外一路的。对。啊，恁那个恁本土的三星的时阵的处理方式，和那个境外一路的有同款无啦？这两个不太一样。感谢议员给我们这个机会哦。境外一路有时候在海关就发现了，或者是他没有在海关发现，已经进入我们社区嘞。也有，也有。但是我先讲，就第一个情形，就是从海关发现的时候，他可能马上被通报，所以他直接到医院去。所以在社区的防疫，我们还是会基于他居住地跟工作地做一些这个稽查。但是他整个就不需要去做喷药的动作，包括室内外。但是他如果被通报，当时没有发病，或者是当时有疑似，他回到家里以后有超过两个小时，他的工作地或者是他的居住地，我们去知清以后就要去喷药。所以这两个防疫是不太一样的。那所有台南的所有的本土病例，到目前为止这几年来，都是有一个境外一入进来，然后再造成因为没有发现或者他没有什么症状，所以造成整个本土病例的产生。好，那我要特别拜托局长，是就是说像我们中西区是老社区啦，是啊，但是也是那个台南市的美食区。那如果说有境外一入的这个案例，你要去喷药啊，我都希望讲会当提早通知。那最近我有发生的就是讲在区公所的解说里面讲，伊进前刚有去大抓，但是厝边头尾大家拢无发现啊，结果等到那天来喷药的时候，阮所有的店家货拢看落去啊，人客拢入门啊。是啊，你嘛知真侪店家内底无够侪，是毋是坐伫咧顶啊开吼？哇，规个整个社区，我们整个区块通通拢是迄个消毒水，规个消毒啊雾煞煞，敢那袂输咧震惊啊！结果大家都是怨声载道，所以我希望说，万一如果未来我们还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例产生的时候，您要处理这个喷药的代志，希望讲会当透过民政系统提早予咱社区的人知影。那点心打，伊买当考虑讲啊，你明仔载要来喷药无？我明仔载回去休困，我卖宽回啊。是，感谢议员的提醒哈。我们现在出去贴单子或者是做宣导的时候，包括里长、林长跟里干事都有协助我们。那有时候最怕就是住家哈，因为万一打一针，那天就是礼拜天就没有啊。没有，我们都会去贴，一定会去贴。那这个部分哦，包括里长都会协助我们的朋友。局长，你凊彩讲话，会家己提出来讲，你就是连阮兜也喷去，你都无去大多啊。我那个议员那一次的事情，我有跟你解释过了。那我们会再加强相关的一些宣导。哦，好，这次是因为所有里长的都很帮忙了，谢谢议员。因为阮迄个所在这点心的人有够。好，请局长哈，以后注意这个状况。针对登革热的垫付款，大家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建设试题二，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经济发展局，案由经济部核定本市106年台南市观光工厂产业发展计划，经费新台币1125万元整议案，中央补助750万元，市配合款375万元，敬请审议。请林念柱林议员。市长，麻那个局长，你上来说明一下哈。针对你的产业发展计划，我们台南市目前有多少个观光工厂？目前有24家。24家，好。那你这一条钱你是做什么的补助？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24家里面没有做一个整体的行销了哈。那第一个就是要做整体的行销，第二个就是说，原来有些是观光工厂，希望它能够提升。比如说提升为这个优良的观光工厂，或是国际的观光工厂。那另外，我们的未来会做一些教育的训练，针对它的导览员的部分，那也可以辅导厂商到国内外去参展，大概就是这样。局长，这条经费我没有意见，但是我看到我们的观光工厂是真的，你们要用心的去辅导它。是为什么？你知道吗？你应该说，比如讲游览车来到这个地方，该如何的请游览车公司该如何的分配。再来就是说，我们的社区，我们民政局有每年的3万块里办公室的一个针对地区的那种参访，为何你都没有做这样的计划，跟民政局去提出配合，请把这些人带到观光工厂呢？这也是一个行销办法，不是吗？没有错，是其实我们
以往其实也用市预算的部分，我们有办理所谓的一日游的部分。但是你那个一日游到底有多少人知道？很少人知道。但是其实是经费有限的，那这个部分将来这个经费也可以再办理这相关的类似一日游的这个活动。那你提到就是说跟民政局跟这个社区去结合，那这个部分将来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结合，把就是说把要来参观观光工厂的人都能够透过这个计划来做整体的行销。我说实在的，因为民政局它有一个针对说志工的部分是，那我知道环保局也有啊，那应该你们要结合起来，然后把这些人能带就带到我们的这24家观光工厂，这样也可以落实，不是吗？未来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是，然后你说一日游的那个部分，那个是你是针对外县市的，对不对？没有，那你。本台南市的部分，其实的市民也可以一日游。对，但是呢，你也是针对外县市嘛？外县没有，外县市来，比如说你是不是？外县市来当然也可以的，我们是当然也是欢迎啊。对嘛？那外县市来，他要如何的去到这个观光工厂？我们要不要有公车？要不要跟那个？说难听一点，就跟交通局配合，他是不是要有车子在这边定点的载到这观光工厂？公车的部分，其实我们所有的观光工厂都有公车的这样的路线，所以过去比如说咱台南市一些65岁以上的，他也可以免费搭公车去逛。那是65岁，我现在讲的是年轻人。对啊，年轻人也可以搭公车。观光工厂是年轻人比较有在走吧，所以说我是希望局长要跟各局处要如何的把这个观光工厂把它的。好，谢谢。金光局这一份。电务款有没有意见？好，蔡英文议员请。咱请到社会局刘局长。等一下，金花局这一案没有意见哈。我被蒙了，被蒙。是金花局的。金花局这一案没有错。好，这一案吗？对。啊，咱民政局长咧听电话，我就。来，那个陈局长，刘局长请。恁两个啦吼，咱这即摆咧讲着观光工厂嘛吼，咱的补贴的，有时爱去参观社区嘛吼。可以补贴，啊，会当单纯去参观观光工厂补贴的。可以啊，可以的哦。那个部分我们本来那个跟议员说明一下，其实我们这几年其实都有搭配鼓励里长他们在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比如说那阵高雄局重新建构了这个干线公车之后，我们就鼓励他们往这个方向。那观光工厂的部分，我们也是一样，在建制完之后，我们也都有做这样的鼓励。那我们明年。我想刚刚林议员跟蔡议员的，还有议会各位议员的这个指教，我们明年我们会提供所有的观光工厂的资讯给所有的里长，那也再次的鼓励他们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我即马是讲单纯去看观光工厂，咱民政局社会局当补助袂啦？就因为咱这、那个是一定我爱去社区，了去观光工厂，这拢是算是咱这个。就伫台南市内底会使。是。这人讲好，因为你是啦，老实讲吼，我嘛唔知你资讯呢。过去恁一定爱参观一个社区，你若讲像今仔讲的，恁议员讲的观光工厂大当去，我感觉大家议员会较管，因为所以这个观光工厂我们会把它列为明年鼓励的方向，好吧？一定爱讲观光工厂的赛，每一定爱去社区哦。这个私下再请民政局长跟蔡一位议员说明清楚。好，本案没有意见，那我们通过。继续建设试题三，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案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核定本市办理106年度社区农村再生计划案，经费新台币1亿3650万元整，补助款1亿3132万5千元，配合款517万5千元，敬请审议。好，没有意见通过。建设试题四，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农业局，案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补助台南市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办理台南市农产运销股份有限公司预警厂交易电子化计划，为争取时效，请请贵会同意先行垫付，是配合款30万元整，敬请审议。没有意见通过。保安试题三，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共运输处，案由交通部公路总局核定本市105年度公路公共运输提升计划，市区汽车客运业营运亏损补贴移拨路线，经费1亿1265万1千元整一案，中央全额补助，敬请审议。好，请林念珠议员。那个局长，
1亿1265万。是。金额庞大。是。为什么一直在亏钱？为什么每年度的亏钱都是越来越高？我说实在的，我看了真的心很痛。难道我们要用这样的补助方式？我们公共运输处多少人的投诉，你知道那里面骂得多难听吗？民众就是说我们的服务不好，我们贴的为什么他一直亏损的部分，我真的是不懂。第一，公车的态度，司机的态度，我相信每一样跟我讲的都差不多了。再来，每年的经费都增高，明年能不能不要破亿呀？只要你们在讲难听一点啊，线路的问题，公车不走这波人坐吗？那我们真的是不懂呢，为什么要这么多，每年都要花费这么多的钱？当然，你们会说了啊，这个中央的钱，啊，中央的钱不是钱吗？我希望你解释一下。好，感谢议员。这个我们这个一亿多啊，每年都是一样，没有增加了啊。对嘛，我就是看没有减少嘛。那你补助能不能减少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笔钱呢？最主要是因为过去县市没有合并之前，这是中央所管的路线78条，他们移给我们台南市政府，当时他们补助的金额就是这样的，那所以他就每年都按照1亿1000多万拨给我们。那为什么会亏损？我跟议员报告，我们现在110条路线，那很多路线是在偏远地区，它本来就是会亏损，所以我们为了要让这些服务做得更好，所以我们路线还是要开啊，不能说亏损我们路线就不开。我当然知道，但是你要如何的做，该如何的以观光来做搭配。刚刚议员讲的是服务态度问题嘛？是啊，所以我们会来要求我们的公共运输处来严格督导，也会要求我们的客运公司来再注意这部分。督导了几年，几乎投诉的是一大堆，但是做的。我希望啦，哈，局长，因为这是你是专业啊。我们当然知道说，在偏远的山区这一个方面，当然公车都要开，但是我们是希望如何的结合，比如说我们用小型的可以结合到大型的，然后呢，该如何的让，比如讲啊，像我们的观光工厂可以结合啊，观光工厂又不是只有礼拜六、礼拜天在开，它是讲难听一点，它是每天都有在开的啊。那该如何的让我们的老人家，或者是让我们这一些民众可以搭公车，避免车祸的那个？疑虑嘛，是不是？所以我是希望说，你们应该要跟承揽的业者必须要跟他讲，真的啦，用心的去做服务啦。好，我们请林美燕林议员来。感谢主席啊，局长，你刚刚说的针对业者哦，他们的服务态度啊，你认为他们 OK 吗？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司机服务态度都不错了。那少部分的人，少部分我们现在针对那少部分人好了。对，我们还是会加强稽查。那为了少部分，我们就不应该去监督吗？是，我会。会不应该去要求吗？这是我们的责任。这应该全面性的嘛？那当然，那当然对不对？对。你刚才说了一个，你督导，你尽量去请业者去督导。我手上有这个，是你们给我书面的答复了。书面的答复就是，也是因为服务态度不好，一个老人家要下车，那到站了忘记下车，就问他说啊，这是要到底的，他们也不回答。啊，这个老人家你个仔仔在个中站，想要尾站，然后讲哎，你落车啊，是这搞啊，这中站你落车。老人家落去的时阵，我慢慢让我烦恼个，对，迄个做偏僻啊的所在呢，你伫偏僻关个关落去。我不要那么人，伊哩行行往远嘞，还好不容易遇到一对夫妻，伊还甲讲哦，啊，无这是对的。迄对夫妻甲讲，那个借伊借他手机打电话的儿子，他儿子再到县城带回来，这是用督导的来处理的吗？你打你每一年给他的经费这么多，补助这么多啦，咱补助业价下来谁啦？那是提供这这种不是全面性的服务吗？你讲的大部分的客那个司机服务态度很好，我认同，我也接受。但是针对了少部分，你不要去处理。不是发生的时阵，你还讲我们请业者来督导，请他协助。像你好好讲的嘛，是赶快呐，请他们加强沟通的服务理念。如果你来，但加强了没，大概让我这种情形发生了，是不是呢？
我们这个物件唔得，这个事件唔得该发生了。每次常常发生的。这些个案呢，我们还会除了要业者改进，我们还会请我们公共运输处来加强督导。我们不行，本席不能接受你，就什么加强沟通，我袂当来接受你讲这个、这种说法啦。因为已经常常发生这种事情，你应该要给一套的具体的方法出来，怎么去处罚他们？要个具体的啦，我不要什么督导啦。有我们也有相关的处罚，可不可以啦？有了，有了。你如果再这样子的本席，我跟下一次的预算，我们真的会有意见。大概拨走一下拿谁？1亿多呢？等一下还有一个什么，还要帮他们车辆太旧换新，这个拨走啊，干脆我可以用这台机，干脆咱等。恰咱讲，咱的干脆我们市政府请司机好了，咱家己买车来，好咱全民市民，咱干脆把这缩小一点，路线缩小，然后班次少一点，全部这边钱好啊啦，太多嘛没遐歹，是不是安尼？啊，这个我们大概就是安尼用督导，我跟下次跟我们讲督导，我们就有意见。啊，这服务态度这部分。好，请单位员单议员是，谢谢那个主席，那个局长，老大局长。这个垫付款1000多万又不是你的钱，那个是中央补助你呢，你怎么回答的这么顺呢、啊？什么叫做比较多比较少？跟你也无关系啊啦。可是他每年，我刚刚是报告，每一年都是这么多了。是啊。可是我觉得，其实本席持的看法跟我们之前几位同事比较不一样，因为我觉得其实还是不够。为什么？因为在我们偏乡，你这个110条。这个路线属于偏乡的路线，占了几成？大概有7-8成呢、啊嗯。8成以上。差不多，嘿。对不对、嗯？所以说公共运输是不是属于一个社会福利政策的一环？当然嘛是啊，啊所以一定是了钱的啊。你干嘛赚钱？你大概一起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110条的那个路线，到你真的可以就是。开始赚钱，你想需不需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营运？爱桥贵怎当嘛？我想这个牵涉到运量跟票价。是。目前我们的运量是没有达到经济规模。你当然是65岁以上，你要免费啊。对，如果是要等的要达到会平衡的话，我们的票价可能要现在的2倍以上了。那当然是不能。对，所以我们不可能涨价。你当然是票价不能涨啊。对，所以才有所谓的补贴政策。对。是啊，所以说啊，所以我就请教你说，你是局长老大、啊，我觉得这个中央的垫付款这个补助案是远远不足的。我当然希望你还可以争取到更多，因为这是针对着一个偏乡的一个交通运输的一个服务。好，局长，我要跟你请教，就是讲在这个不足的状况之下了哈。在我们偏乡，其实我们有另外的一个生财之道，就是观光运输，还有观光的旅游。这样子，每一次像我们后壁，你只有在礼拜六、礼拜天加开这个观光运输的一个公车，其实是不够的，班次也不够，可以加强吗？议员讲的是。就是后壁区，新营到后壁到土沟那条，对对，假日观光公车是是。当时我们的评估是因为考虑到假日比较有客人，对，所以我们是叫假日公车。是。那如果我们评估说平常日子运量也够，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来增加。我跟你讲、啊，我们评估一下，你这个是一定是赔钱的，你就是要去培养，不断的一直培养这样子的人口啊，所以加强吧。这部分我们来评估一下。评估完了以后怎么样？做成怎么样的一个增加班次的一个决定？如果有必要，我们再把它平常日子也来开。当然是没有，你只要就是在假日你的班次再增加。好，那这部好，请林念柱林议员，局长，是，我必须再跟你说明哈，我们当然我刚刚就跟你讲了，钱都是中央直接给我们的垫付，就是中央出的。那我刚刚也跟你讲，忙以为公中央出来就不是人民的纳税钱。当然。好，那我必须要跟你说明，我希望你的点线面要做好。那点线面我刚刚也提醒你了，你应该有的，像赖慧媛他在讲的，他们那边的三线，你要如何的哈、哦、去做到有人坐公车，是不是要你自己要你的广告让人爱坐公车，还是怎样一个口号出来？
但是你到尾我爱找带你来坐一架公车，无三个人诶，司机，搁兼一个阿嬷，吼、哦，落车了剩一个，一台公车遐尼啊大只，坐三个人吗？坐无三个人吗？所以这我们要检讨啊！你他的亏钱方式是怎么来的？我刚才跟你讲啊，一台车这么大，你能不能用小的把它点线面的？该如何的哪一站来接？这个我不是专业。是感谢议员了、啊。但是你们要如何的做？那不是每年都一直在亏钱。假如今天你能把点线面做好，我相信对于行啊来也买单，佮载出来坐啊。对倒一台佮载出来坐，用小型车载出来大车坐啊，感谢你。那这样就有人坐公车嘛？我目前就是这种方式了。那好，干线公车就是大车嘛。支线大部分都是中型巴士，但是我希望说我们还有更，是不是还有比较更小型的？我来讲啦，南科每天上班挤得要命，整个路线都塞车，都是改开车。今天假如我们有办法做到公车用点线面去连接，现在他家大概严重吗？这目前跟议员报告，就是目前南科他们上下班的交通都是南科管理局。他没有错，但是其他我在讲的有的要去其他那边上班的嘛，那我们该如何的做嘛？这个你应该要结合专业来做嘛，不是不给你钱，是不希望看到每年都要补助这么多钱。好，林美院林议员，啊，我请问你一下哈，什么叫一波路线呢、啊？这是过去台南县政府时代。有78条路线，那就是现在新营客运跟新南客运他们在行驶的路线，过去是叫公路客运，那不是台南市政府管的，是由中央的公路总局他们来直接管理的，那在合并之后，这些路线移拨给我们市政府，对。那局长，有些地方是环境的地。就是路线，有些时间也是黄金的时间。我们也在这跟你反映，在永城路经过有好多在上课的小朋友，每天挤不上车，就只有那段时间上课的时间、啊。但是我们也跟你提醒了，要增加班次。你们跟我们回答说啊，你会跟业者来沟通，然后跟我们讲说，哎、欸，没有办法呢。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调动不出来。我所抵御环境的时间，在环境的路线，你们又没有办法去增加那个班次的话啦。啊，普通时啊，我就乖了路线，迄就是伊款的啊。那个路线也没有人要做，有当下一台车甲载一两个尔，啊，不过会亏钱啊。啊，需要时阵，你无要增加，无需要所在，你用来照常安尼开。所以我是感觉建议局长，你应该要正面去了解为什么公车每一次都会亏钱。你得改观嘞嘛，是你的班次，你要来调整，机动性的去调整，唔是啊，大概的是固定性的。你固定性的，你话做这种真的是，应该要上车的，他都没有办法上车，追着车走，追着车跑，啊，唔就可惜吗？哎，他可以留给你嘛。感谢议员的。但是你外公，我的所在真正哦，无人咧坐的所在，你得一定爱哦，照时间咧开，你也是把迄个时阵挪过来嘛。议员，车辆的调度还是有一定的方法了，因为车子一出去，方法要用现实面去做出，你我管理也要急嘛。不，这个灵活调度我们会来跟业者讨论，希望他们加强。对，你们要实际去了解每一个路线，满足各种旅客的需求了。就是那个路线时间点，如果它是一个是满载的话，必须要增加的时候，你得去出力嘛，你不要说什么。迄只一次都不变，安尼只要固定都安尼了，无怪了急嘛。你们重新检讨路线的，就是一个调度了，好不好？好。啊，无大概了解钱，大概这拢是钱吗？我们针对特定的路线需求，我们会来做适度的调整，对。增加好不好？对。好，请单位员那个局长，是。我希望你一直亏钱，你长期的亏钱，我们偏乡的交通运输就会有更多的人受益到。那个美燕，不好意思，我不是哈那个针对你哈，因为我想就是说，刚才你在回复林美燕那个议员这些话，就是说他说他的意思讲说，你那是拜一个拜哦，那是哈就让搭乘的时候，你必须要灵活去调度这些班次。我跟你说，局长，你一台都袂使敢调，为什么？我真卡敢来扣在交通运输系统。这个是市长的德政，
怎么会是这样调度呢？你一调度的话，我们家老会要不要那？真的是大家都有困境，不是这样子的。我想城市跟乡村它的需求，对交通的运输的需求是有不一样的一个角度。那当然我也支持美燕议员讲的，就是说在学生专车，就是说学生上下班时段的这个专车，是不是你应该要再补强？可是在其他的时段，拜托哎，80%的110条路线，千万千万不能再做那个移动了。局长，你请说。那个目前我们的路线大概都不会减少，是。那班次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增加。对。那其实班次要增加，要取决两个条件，一个就是车辆要够嘛。是。哦，所以我们每一年都在鼓励业者来买车，也跟中央争取经费。所以今年一个垫付款，也有一个西南客运要增加7辆公车。第二个是司机，那其实现在司机很不容易招考，其实全台湾的公车司机都找不到人。那当然这部分我们还是会鼓励业者尽量用好的条件来招人。那如果车子有了，人有了，我们就可以来适度来增加一些班次，把我们偏向的路线继续维持，然后继续加码，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有没有其他的意见？通过。保安试题四，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共运输处，案由交通部公路总局核定本市105年度公路公共运输提升计划市区汽车客运业车辆汰旧换新专案，经费23,198,000元整以案，中央全额补助，敬请审议。好，没有意见，通过。好，林念珠议员，请。局长，张局长，这个钱我没有意见，我只有一个意见，我希望你有小型的公车，不是你只有中型。那我问你啊，你中型的坐几个人？中型24个左右，24个人。对。那有没有那一种10几个人的？目前我们是没有这种车了。好，那我们那你24个人，我问你，你24个人4米道路开得进去吗？中型公车大部分的路都可以走了。所以你中型的公车现在目前有几辆？中型公车我要查一下数量，这个大概10部吧。欸、几十部而已吗？那你能不能，你刚刚跟我讲的哦，中型公车是连4米道路都可以进的哦。你确定哦？对，如果说是单向运行，当然是可以啊。因为我为什么会跟你讲说你要有一些小型的，在我来讲，我跟你讲，我不是专业。我跟你讲的是，你要有一些小型的公车可以进到巷，然后去接人出来，在你的站可以坐，这样就有人嘛。我不可能今天我说实在的啦，赖慧妍说他那边没有人坐车，叫你多开线呐。我还是有一个想法，应该你要如何线那个点跟面出来。你把假如今天有小型的进去他们的里面，比如说这去征好了啦，伊个什么征我唔知了，去征啦，固定一个时间去载人，啊载出来大路，啊你有人无人坐车吗？绝对有人坐车，所以我希望你要有这种车去接人出来啦。那这种车的人员，你刚刚讲了，哦司机做歹请，无唔对，这个未来司机该如何的，要安那去运作，这个要你要不是我们去他想的，这个业者要自己去想啦。这样可以做得到吗？当然，我们会要求业者，该要求的我们会要求。好，好，接着我们继续。保安试题五，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共运输处，案由交通部公路总局核定本市105年度公路公共运输提升计划双层巴士观光路线计划，经费24,856,000元整一案，中央补助2,165,600元，是配合款3,200,000元，敬请审议。请王家珍议员。局长，那个有一个想法哈，就是说这个观光巴士双城的嘛，对不对？它的路线就是一定的路线，对不对？目前我们规划是一条环线。就是说，所以讲起来，他的电脑，应该是蛮单纯的程式。我这样讲对不对？我如果讲的不对的话，局长你告诉我一下。它是一条环线，单纯的一条环线。局长，我只是这样想啊，有没有任何可能哦？
我们台南啊，走在台湾的前面，有没有可能无人车、无人观光巴士、无人驾驶观光巴士？现在的无人车已经是一个未来的趋势了嘛？对。我的意思说，对我们台南来讲，双城观光巴士是让我们很向往的，好像有点在看到那电影里面那个，尤其是旧金山，对不对？好像感觉起来都是那边。那我的意思，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目前这个公车的部分呢，还没有无人驾驶了。是你说像那个 Tesla， 它不是要做无人车， 对不对？都是小型车，目前大型车。所以你的意思说，它那个我想很多技术方面可能还没有到大型车。所以以你的了解，大概还做不到。目前还技术上应该没有办法突破。那可是它的一个电脑程式不是蛮简单的吗？因为你讲它路线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环绕路线嘛。不像你自己驾车的话，你可能天南地北，你到处乱跑。所以局长，你的意思说，就你的了解，电脑专业科技还做不到这一块，是不是？目前大客车还没有办法突破。好了，我来问问看哈。好，谢谢。好，请林美燕议员。局长，我想请问你一下哈，你这一条2000多万这个预算呢哈，你讲这个是双层巴士观光路线的计划，一起规划路线而已吗？没有，这个是买车的钱。买的钱呢、啊？购车款。你这个买车的钱吗？你如果想买车的钱，你观光路线计划。它是要四部购车款。这个购车款，你也不像我第一秒不像我，你购车款，你观光路线的计划你啊嘛？你也不讲你在是要买车的啦，你只打电话来，你不下讲你是要买车。可它这个是整个计划了，名称呢？好，你说要买那个什么，买一台双层的巴士。双层巴士是。对对，它是买车的钱，2000多万。是。你刚刚说的路线，你是环线的路线，对不？是不是？是。这问你要加对的路线。环线是包括对的，环线的路线是在哪里？你要讲出来。还有第二点，未来如何照顾这台车？司机还有啦，伊内底保迄、那个保养费用，整个的一个就是它的销，它所有的基本的未来，它的预算跟原报告，我们是补助业者买，不是我们市政府自己买，所以未来所有的营运，包括刚刚讲的司机的管理。好，维护等等都是。那未来如果这条钱那是补助伊买嘛？未来如果这条观光路线伊哪个了钱呢？咱个是那个边条钱个补助，刚来。你要跟我讲要不要？新辟路线是不能补贴的。你要不要？你要跟我讲哦，讲清楚哦。如果未来这条观光路线双层巴士伊哪了钱，小姐那公车拢了钱嘛？那个来边条补助伊，如果伊哪个了钱，你要补助伊无？我们那个新要还是不要？新辟的路线3年是不补贴，三年之后他如果亏损，按照规定我们还是要给他补贴。对呀、啊，所以你就是说这个三层巴士这三档来，咱会当讲好，没有，我们不用负责任。我们希望他能够损益平衡呐、啊，不要补贴。啊、你接着有可能吗？麦哥有把握了，有可能吗？我们来努力，因为这是对台湾来说，目前只有高雄有嘛。台北现在在筹备当中。当然，如果啦，如果有一些巴士，我们就是跟那个能够好像感觉我们台南市的交通在提升了，品质要提升的话，啊、那我们还很乐观其成看到了。但是我们蛮担心的，就是讲，那如果哪边后边这台车三道以下营运不好的话，那个个拨那个编预算来补助它，啊，那不是给你给麻烦的吗？所以这个你要思考一下嘞。啊，局长，我们每一条公车路线呢、啊，我们都希望他，希望他不会亏损啊。我未来个编辑，我个编辑来接过这台车嘞。啊，我真的蛮担心的，而且你的环转的路线，双层巴士迄大台车，等下你也知台南市的路唔是足大条。一个双层巴士里边，我等下也路线还是有。对，我们当然会找适合他开的路线。好，我们请洪一峰议员发言。局长，你预估可以买几部车？4部。四部哈。是。四部，那它是顶管有顶的，还是无顶的？就是有挂无挂，是像香港安尼，是像旧金山安尼？可能目前可能会一半呢、啊。一半、啊。因为我们还没有确，但是我们的空气常常紫爆呢 ，PM2.5 都紫爆呢。环保局拢讲叫阮出门爱挂口罩呢。
啊，你若迄个无顶的吼，虽然是对观光的效益来讲应该会较好，啊，毋过对咱整个的这个都市吼，迄个空气的负担会予观光客却步哦。这我们可以再来跟业者来讨论一下。嘿，漂亮是那个屋顶的比较漂亮 啊，但是那个空气品质真的很不好哦。你要把这个因素也考虑下去哦。我们会来一同考虑进去。而且刚刚局长有特别提到说，你那个路线是环状路线嘛？那你所谓环状路线，我们整个大台南是非常非常快啊，哈，足多啊，足快的咧。啊，你所谓环状是安那？是阮古城区加一个路线。啊，迄个原台南关遐一个路线，也是安那样啊？因为我们目前是第一条路线嘛，只有四部车，所以它路线不可能太长，也不可能跑得太远。所以，我目前我们是以旧的台南城区，旧城区，对，那就是双城啦，以双城为主是吧？还在目前路线，乐泽南城、普罗民城，目前还在评估啦。哎，对，当然我们这个会以这个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是经过古迹。景点，然后购物商场，啊，再加上一些观光旅馆，这样串起来一条。那这个，我觉得局长，我给你建议的哈，我不知道你这路线将来怎么规划，你应该要跟我们的所谓这些那个五星级、四星级的这些饭店应该做结合，让他们推出套餐呐、啊，这样子可能对我们未来的营运会有帮助。因为我们会朝这部分努力。因为我想那个本市市民去搭的，可能好奇第一次、第二次哈、啊，那以后的话就没有了。那我们还是以外来客为主啊，那、啊、可能是背包客为主。那如果你没有结合这些饭店的话，可能对于未来这个一个输赢论吼，哎，真假啦。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样子？我每年那个黑面皮鹭来的时候，我都会去看黑皮。我今年去看黑面皮鹭的时候，我觉得很伤心。市政府非常不重视这样子的一个自然生态的旅游活动的推动。我那一天礼拜你去看，几乎每一个店都没超过10个人，我觉得很痛心。以前我每次去看的时候都是人山人海，后来我到了北门去看那个黑腹燕窝的时候也是没什么人。 好，请林念注意员局长，局长我请教一下，四辆，然后每辆经费541万4000元，对不对？是。好，那我认为哈，你刚刚讲的嘛哈，现在是高雄有嘛？高雄有。台北都还没有吗？台北正在筹备。好，六都就只有高雄有嘛？已经上路了，就高雄。好，就只有高雄，我的意思就是只有高雄有嘛？对。好，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其他各都也都在申请的了。好，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是，就是你需要还是想要这四辆公车啊？是需要还是想要啊？我觉得我们需要，因为台南比他们都适合。好，那你既然是需要，我很想请教你，四辆公车，我刚刚就要跟你讲了哦。是。我们台南的道路，你是要开去海边啊？去海边啊，看风景吗？把这台公车去看风景吗？好，还是你要开去哪里？串联几个古迹景点、购物商场跟。局长，你又在跟我讲串联。当时你要买低地板公车的时候，你也跟我讲你要串联，你都跟我讲你要串联。那确实是。你既然是需要，就代表你一定要，那一定要，我们也不会去阻止你这个经费。但是你既然是需要，你未来整个规划你要做的怎样？你告诉我。就我刚刚跟议员报告了嘛，这条路线。等这个你的路线都还没出来，你告诉我说你要买这个车之后，我们就会公告之后让业者他们来申请。来啦，你告诉我你路线出来了没有啦？大概的路线规划我们已经有一个构想了，对。构想在哪里？你直接讲出来吧。大概就是从文化中心到小西门商圈，这样绕一个环线。那至于实际走实际的道路，实际的道路，我们现在还在评估嘛。因为刚刚讲，你看你都还在评估，你告诉我说你需要，假使你需要，你很早就把这个规划路线做好了。我希望未来你把你的事情做好了，不要说叫我们背负这个责任呐。因为怎样呢？未来业者在营运不好，我们还是要向中央再申请垫付款。你说这个对市民是公平的吗？
所以我未来希望你每一个案要提出来的时候审慎考虑。好，那针对这一案没有其他意见，我们通过。保安试题六，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共运输处，案由交通部公路总局核定本市105年度公路公共运输提升计划公车进校园专案21路线绕时营运费用经费339000元整一案，中央全额补助，敬请审议。蔡英文议员，请。张院长，你看一单公车补贴3亿元，咱市政府补贴1亿元，吼、哦，这个数据恁话应该袂唔对啦，吼、哦。咱市政府补贴1亿元啦，中央补贴1亿元啦，迄、个问题，是啦。你看这间3间客运是趁钱啊了钱，3间客运公司趁钱啊了钱啦，是啦。因此，他们大概不会赔钱啦，但是也没有赚什么钱啦，大概就是局长合理的利润嘛。我讲啦，当然合理的利润。那总是要好啦，合理的利润。当然我不反对啊，一单个车有走，咱政府中央到地方去补贴3亿元，啊，私人的赚的无算哦。干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一单补贴3间客运公司3亿元。第二，因为你有讲啊，一定赚钱啦哦。数据绝对有。第二，载客率悬啊低，载客率啦，一台车出去像林美燕交吼，你咧做讲的坐无三个人，细台车即个我拢讲过了解啊。啊，那位同你讲，增加车只能走了吼、哦，我咧提出权益，两个讲法拢有理。趁钱的经济啊，载客率足低，佮有赛我佮有公里数，我咧收钱，不管哪有走。停政停政，再不办，我照走照谈，这是一定啦。局长你没讲，那是不？你听我讲，不能停啊！我知啦，都那位讲，我都要讲好吧？了解路线，咱嘛。我知，我知道。好，今嘛那边讲校园公车，咱偏向小校教育局，你敢知啊？今年度几个月偏向小校公车无人载，你敢知？教育公司既然无得配合。干阿咪谈尔，咱市政府一单补贴1亿元，规间啊小校偏向小校，该发车补一个，我懂。你想有理也无理啦。这一部分我们要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不是讲谈阿咪谈。都有协调嘛，那阿你无行，你不协调都无行。阿我企在公民中啊。该补贴的就补贴啊。对啊。对不？阿你你敢有行啦？你敢讲有行无啦？陈局长，教育局陈局长，有行无啦？偏向小校的公车，几个月没人塞，不囡仔要上课没人坐呢。啊，你这客运公司个光卖车个赚钱硬去赔，了钱也唔做啦。一单要凭啥物补贴3亿元？凭啥要补贴3亿元？第二，你交辅省客运可能较好个款，两间兴南交新的客运的成本放另外一个肚皮。你讲了钱，我感觉你无认真个监督。好，接着这一案哈，我们现在已经是4:03，现在我们有300多位的校长，还在2楼在等着审教育委员会的预算。那我依我们现在每一案这样子的，像是质询式的发言哈，是不是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校长先回去呢？是。好、哦、那我也建议各位议员同仁、哦、如果说我们今天现在是审，我们现在是在审我们的垫付款案啦、哦、我们就针对我们的预算的通过不通过啊、这一个方面来进行我们的发言啦、哦、啊，我们还有因为有40多件要审议啊。哦好，那接着我们请林彦柱林议员。议长，我们并不是说像执行式的来问官员哦，我们是有疑问的时候必须要提出来，也让市民知道、哦、先跟你说明一下。好，来张局长、
对于哈这条经费，我认为太少哎，33.9万元，公车进校园，你知道这是多久以前我就讲过的？为什么要公车进校园？避免车祸的发生率。你知道，你把学生载到了某一个地方，然后再让他们再用走的进去，经常发生车祸。再来，父母亲要载他的时候，也经常发生车祸。我相信有很多，因为我不知道说校长还在啊。你应该这个经费该，这是中央的补助，没有错，该给业者的，我们必须要给，因为这个是多绕路，所以这就是要给。像那种每年度都一直在亏钱的，自己他也不去想一个方式来跟你沟通啊，我就是要那做开，让恁迄个亏损愈来愈少。但是咱这是亏，讲难听点，每年的亏损都是那样子，业者无了钱啦，了钱的是白死啦。我讲较紧啦，然后再来这一个，我想了解339,000的经费，这条钱你到底绕入学校是绕入几间呐、啊？跟议员，你应该能绕的，是不是每一个学校能绕入、能绕进的，通通要绕啊？我跟议员报告，这个公车进校园是交通部的专案。是。那就像刚刚议员讲的，很多大学生都骑机车。是。骑机车很容易出事。嗯。所以每两个礼拜就有一个大学生因为骑机车身亡。你知道我们前两天我们的永康那个昆山科大出来那里有一个 A1 车祸吗？那隔天有一个车祸吗？就是昆山科技大学。所以我们希望大学生能够搭公车嘛。是。所以中央呢就有一个这个专案叫公车进校园。那这个机会明显太少。对，但是这个是一个示范计划，是把我们的只有针对21路公车进到南台科大，因为这个要只有南台。对，这是南台现在的车祸率降低，你不知道吗？那个校长多用心，已经去辅导他的学生。是。然后让学生呢，只要他是次，只要他是主因的，绝对记过。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要用心一点。公车进学校，你只有去那个什么南台吗？因为中央他补助的对象只有这一家。公车进校园，他补助的对象有特定的学校。那这个是我们跟中央三个跟南台一起合作的专案，他拨了33万下来。那你只有补助一家是不是？那未来我们会再跟中央来合作，针对其他的学校来做嘛。你搞不好说你试办了，我刚才你就不用心，你试办，你搞可以打听现在所有的大学生的学校是哪一家车祸率最高。好，我们请林美燕议员。来，局长，我感觉你较偏心呢。你为什么只针对南台科大做个示范？我想校学校已经有了。我跟你讲，公车进校园，这类关的这个政策，不是刚刚才反映。你说我们已经反映很久了，你嘛干嘛很期待，而且你嘛干嘛应该公车进校园嘛？是。你不是跟他进来，不是讲鼓励他，才干嘛跟这个很需要嘛？公车进校园本来就是已经讲好久了，而且有需要的好久了。中央从现在才开始有补助款。过去没有补助款嘛？那为什么一直在一个南台科大提出来了？所以我们是第一次跟他申请补助款。我们的嘉义跟中华科大，你看怎样，常常发生尤其节省道、大同路，然后到嘉义这个过程中，节省道的嘉义跟出货量多大，你看怎样？跟对中华他们的公车都有进去，跟议员报告。嘉义也有进去了吗？嘉义也有进去了吗？校门口了，在校门口。对呀、啊，没有啊，那校门口在打毛啊。他一下车就在校门口，因为他的。校门的空间有限嘛，嗯，南台是因为为了要配合我们的公车进去，他把他的校门拓宽，然后再把这个整个校舍做一个调整，让我们的公车才能开进去。我想，所以这是一个专案嘛，这是一个专案而已嘛，是局长。但是我认为啦，哦，你给他针对这个过程，你跟中央争取的时候，你给他针对一个南台科大在做辅导，我看那对别的学校来讲是。不公平，是真的不公平的、啊。包括我们南里高中啦、啊，还有我跟你讲，我们南里高中也是这个样子啊。南里高中有些我们的学生也蛮多的，坐一下先你改的车去停到哪，停在明星路店面，吼一关小朋友走过去，哎嘛，做回样吗？那时候我们一直在反映，你必须要公车进入到校园，至少要到那个校门口。我们也反映好久了，好不容易你看个一班里面嘛，只有一班进去而已、啊。那为什么这个问题你不提啊？我们已经讲好久了呢。
那你高雄的校园那个公车进校园，我满光在顾完呢。那你为什么只对南台？你们对我没有帮我们的南里高中换进去呢？南台他们也是，我刚刚讲的是南台也去申请，那他们学校也要做一些配合。好，南台有去申请，你马是教育局，你应该南里高中起南岛的呀、啊，是我们市级的嘛，所以你像这样子的。南台他们也要投资啊，对啊。你要去辅导他们呢、啊，投资应该值得。应该的。赛苗就不贵啦。如果为了校学生的安全，有反映过嘛？如果学生的安全需要投资嘛，应该投资的。对不？你导出一个业界，导出一个那谁，导出学校园的安全，校童的安全，难道不应该吗？应该。所以我是觉得说，教育局你这边针对那里，不是教育局这边，如果哪个学校他应该公车必须要进校园的时候，你应该提出来跟公交通局去做一个搭配。协助他做争取那个申请，好，好不好？谢谢议员。好，请参议会议员。局长，105年度，市政府补贴一辆8000万。我敢伫遮凭我的经验讲，逐间公车趁钱吼，趁到那水嘞，只要载客率0.05%，简单讲，无人坐，照走刷路，我市政府中正我甲补贴，要求一个。这个0.05的数字不对了，不要紧啦，哦啊不对，你甲提供一个正确数字话，我这嘛是简单要求讲，学生囡仔偏乡小校上课，即个客运公司甲咱市政府赚大钱，袂当上课时阵配合一辆公车，互囡仔要坐去校，有通坐无啦？这一部分我们都刚刚议员报告，我们都。配合教育局的需求嘛。你在讲，你在讲，减水个无你咧、啊那個。我算过实验，我晓得无啊。那个公车，我们也后来我们。好啦，局长，你问教育局长看有无啦？看几礼拜无车人坐啦，尾啊变经方式，家己去请客人车。局长，你一定要要求啦吼。跟议员说明一下哈，就是说，当时我们是跟交通局呢有协调过哈，那的确它是有公车的这个路线呢在行驶啊，哈，那只是说这个现在目前呢，学校反映的是说时间上哈可能需要呢再来协商这样子。啊，不，其实意思是，啊，什么呢？5点我坐去好，还是8点我坐去好呢？当然相信那边上个时间坐去好啊。伊无遐早啦，那有可能5点我。啊，所以反映未出来，我意思哦。我意思讲，学生啦上个时间公车好去啦吼。简单讲，我讲结论啦，只人我时间你完，你要心理层去请。台南市全部的3间客运公司赚大钱哦，咱也袂当咱配合市政府，好学生啦坐去公车。通去上课，你告叫医生，你交通局医生，要补贴公车，我就有意见。第二，这个成本你要注意哦，互相公司成本按本来30.67，逐间共一时来升啊39，39.多，你来去了解是不是？咱前什么村，吼、哦，什么人关系较好，成本算唔对无？周副处长。这个我们都是请专家学者来计算的嘛，然后也经过路线审议委员会来审议的。我不讲问题，我质疑了。你算我嘛？谁人那么了钱？市政府了钱？市内公车才这样坐，所在成本才悬，人公益收入才愈多，成本愈来愈悬。哦，我质疑你啦。你只能你要去你解决这个问题啦。好，请张万全参议员。啊，多谢主席吼。啊，那么啊，我想我对有什么无意见啦吼。啊，甲主席即段，也跟咱各位同事报告啦。因为即马最近咱的即、這个啊学校吼，拢在办校庆，那么今仔可能先袂着校长的有声哈，所以征求各位同仁的同意，我们让校长好、啊、现在就可以马上回去。好、啊，你将好这几个甲大概这几个报告和建议哈、啊，谢谢。好，请林念珠议员。那个张局长，我希望说今天我不知道你这个预算39.9万只针对一所学校，一所学校他上课的时间，这是一年度的预算就39万，这个只有107天了，对，好，107天，
我以为你这一个预算是有多家的学校，没有三十几万不可能啊。我刚刚听，对对，好，我希望你，因为呢，为了我们未来的交通事故减少，还是公车要进入校园，从国小到大学，我希望你能做得到。你要跟业者，不要说你国小刚刚那个教育局局长说的时间太早。喂，我们业者讲这种话，我觉得太过于不负责任。这是在服务我们大台南市民。我们做了市民卡，所谓学生卡是可以搭公车的，结果学生有公车坐吗？假使是这样子的话，像我了解是经常家长的投诉，公车的时间不一定。学生去到那没付。假使今天你应该要跟业者讨论，是不是未来真的让家长方便，让学校安全，让学生安全，我们应该要由校长提出他的学校从国小到大学是不是要进公车要进校园，然后你再跟业者来做一个方案的检讨，是不是说哪几所能进，哪几所再不能进？有的款项可以从中央来补助，有的款项可以从我们 市政府的自己编列的科目，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我问你，我们有交通基金，为什么你都不会这样做？跟议员报告了哈，这个我们的公车本来就是很大一部分就是在为学生服务，但是学生服务，所以我们会尽量把这个服务做好。好，那如何的进校园呢？这一部分我们会看个别的状况，对吗？我说由校长，至少我们可以做到大部分的学校，对，都有公车可以搭。好，校长来提出，但是我们绕入校园吗？如果各校他们有个别的需求，是个别学校有这种需求，会跟我们讨论，那我们再进一步评估。那你有做这样 的一个解释？那你来那个，那局长你坐下来，教育局局长。人家交通局局长都说这样子了，代表你们你都没有做提出啊，是不是？跟议员报告，其实交通局他很帮我们的忙啊，哈、就是说在学生哈、要上学的这个上下学的这个部分，其实在跟交通局协商的过程当中，他们是有尽量来配合调整的。那是尽量配合调整，但是我现在所要的是进入校园，是那我确保学生的安全，是那我减少车祸率。是我跟议员说明一下哈，这有两种情形了哈、第一种情形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我们在各县市看到的这个公车进校园都在大专院校哈，最主要是它的校的校园比较大，腹地比较广，好，所以交通车。局长，我也意思是就跟你讲，你不用跟我解释那么多，就是呢，你回去要一个公文给学校，他有需要的，就是自己就公文来回复你嘛。那你们在交通局去跟业者做评估，我这样的要求你做不到吗？这个我们，会再跟学校了解需求。那是你应该公文给学校吧？是不是今天回去你们必须就要发公文？我们就是除了公文之外，我们其他用调查方式也可以啊。好，但是你势必要做，但是你这个资料给我们所有议会的同仁，这个我们可以来了解。谢谢。好，谢谢。那对预算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好，我们现在休息十分钟，十分钟之后继续开会。我们请学校的校长现在先行离席哈，对不起，大家辛苦了，明天再大家请大家再列席哈，谢谢大家。
好，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大会。我们继续审查我们的垫付款案，请议事组宣读。保安试题七，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案由交通部公路总局补助本府办理105年度公路共工运输提升计划第二波计划、台铁周边转乘环境优化计划、台铁龙田村站规划设计建造1338000元，中央补助936000元，适配合款402000元，敬请审议。好，没有意见通过。我们这样子好吗？我们用第八页，我们一起念，有意见我们再逐条讨论，请。保安试题八，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交通局，案由交通部公路总局补助本府办理105年度公路共共运输提升计划第二波计划、台铁周边转乘环境优化计划、台铁永康车站规划设计建造2142000元，中央补助1499000元，市配合款643000元，敬请审议。公务事提四，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水利局，案由为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补助办理105年度山坡地保育利用管理工作绩效考核绩优机关补助款，经费新台币20万元整，全部中央补助，敬请审议。好，这两案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公务事提六，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务局，案由内政部营建署核定本市105年度台南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市区道路4年计划、国道1号永康交流道联络道工程、安南区3-60/20米都市计划道路，经费增加3000万元，中央补助款954万5千元，地方配合款2045万5千元，敬请审议。公务事提七，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务局，案由内政部核定本市105年度台南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市区道路4年104至107计划，经费增加9947万7千元，中央补助款2460万元，市配合款7487万7千元，敬请审议。公务事提八，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案由内政部营建署核定本市105年度第三阶段城乡风貌行塑整体计划案，经费新台币5100万元，中央补助金额为3876万元，市配合款1224万元，敬请审议。好，请参议会议员。公局长，你这演的布袋你有咧笑，不错，看出来，笑啊，未歹哦，很有笑容啦，哦。生活圈的联络道路哈，我哩平盖生最近拢无补贴，是恁无敢补啊？是安怎？是市长无敢批？我溪北盖生拢无啊，最近拢无啥有啊。生活圈的这个计划哈，是一种4年计划，所以第一档核定啊来村内吼，是爱家己去申请。啊，你即马，咱新南区吼，咱进南北站。迄较早唔能去讲啊，我咧讲这两档线的，你唔能去讲较早了啦。另外就是这个吼，这六家外开包，开包你开掉，你讲讲了开包。你计划要敢报中央的啦？真就是讲吼南北站，啊六家的外宽道，啊六家外宽道够准？有，迄有准啊。咱医生有准过吗？对，啊，是咱议会医生。中央电路款有落来无啦？有，已经准了。准那个来对。另外就是咱北河甲后边吼，1723，1723吼，伊也是公路系统，所以咱第一档应该咱补助规划费，啊，尾啊伊就是讲转做咱的这个统筹款吼，所以咱伫100年度咱那个编。100年度统筹款内底纳入，你从这个电路款里个对了吼。迄条纳入预算。啊，够推几条？够推几条？够100。啊，当时要做，当时要计划。计划了嘛？今拢开始咧做。规划为年，搞什么协商经费？你来讲补贴几亿几亿？啊，咱这三条就真侪哦，六家外宽才有5亿，啊，北河1723的才有9100。哦，啊，咱的这个南北才有5亿，所以啊，算算，安就才有要到20亿。啊，你光算算比因公认得个差足多，差几多？差有够多？无啦，咱无啦，台北啦吼，几人？莫讲个啦吼，
加减嘛，甲咱争取过啦。卖讲拢无啦，来遮新民生，常常看别人拢坐轿，西边有坐轿车，阮骑脚踏车，啊，无啥物计划，也无啥物建设，啊，无嘛路甲咱做几条啊，吼。是，那袂，也袂少啦，咱去。负责你坐嘞，负责。负责。负责。你啊，市长咧，互你配信哦。你叫你目睭哦，小外观你啊，赶紧叫叫做头前去西边啦。迄个出来较欢迎的所在，吼、哦，也生活较欢迎的，卖家叫阮遐叫寡，上少阮遐嘛，加减嘛讲路西街个咧，会使袂啦，拜托会使袂。这个跟蔡委报告哦，其实，不管是中央的生活圈道路，或者是地方道路的开辟哦，西北算是做得还不错了。K 北啦，不是讲新营 K 北啦，吼，哎，但讲起嘛，阮上少特种重大建设无，无我嘛中一个路工开了生活圈另外道路，跨跨咧使方便方便啊，哦，这点嘛，恁会当做出个啊？七二线马上要征收了，先做出来哈，拜托。好，请戴慧媛议员。谢谢主席哈，本席针对的吴副市长，他刚才在就是说我们新营区的连外道路哈做得不错哈，我跟你说，那个副座在你公务局长的任内哈，我们新营区有很多新营以外的连外道路的那个柏油，甚至是路面超过十年没有整修的大有。所以，我想这个这样的说法哈是有待切磋。那个吴市长，你请坐哈，你请坐。刚刚是在讲新建工程，啊，如果是维修的话，现有的维修的话，市政府就可以。你现在讲的是开辟的新道路啊，现在可是现有的你都补不好啦。好，维修的部分哦，干部叫我去处理了。好，好，那个公务局长。那个刚才你在讲的175的一个那个道路的连外道路的一个就是规划案9亿多，它这个计划是从哪里到哪里？对咱安溪寮边啊，迄个第一线开始吼，做到白河多一个月间。那全长多长？我差不多4-5公里有的宽哦，大概它。那有拓宽吗？有，近大概它12米左右了，拓宽以后变20米。变成20米，变成20米，所以它两侧呢，两侧的那个道路的征收，就是它基本上都是台糖的那个土地，部分台糖的，啊，路中的吼，迄位啊，有迄机型道路，迄嘛爱征收了，是，那你就是说这一个计划到什么时候会完？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会完成？有过差不多是3冬啦，吼，因为咱100块6年多大，咱真是规划好啊。规划好啊！明年等于咱来征收土地，哦，啊，所以大概2冬半到3冬，哦，大概都会了。好，好，谢谢局长，谢谢主席。好，那如果这三案的垫付款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我们公务4-6、4-7、4-8通过。好，接着请各位同仁，我们翻开。啊？请再翻到粉红色这本。敬送大会之垫付款案，粉红色，公务4-9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务局，案由内政部核定本市105年度土壤异化浅市区防治改善示范计划补助经费新台币6440万元整议案，全部中央补助，敬请审议。好，没有意见，通过。好。请翻阅蓝色这本市府提案前次。好，请民政4-1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南化区公所，案由为办理105年度南化水库及镜面水库水质水量保护区水源保育与回馈计划，经费新台币314万元整一案，敬请审议。民政4-2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七股区公所，案由台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核定补助本市七股区公所105年木林补助计划，经费新台币120万元整一案，敬请审议。民政4-3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案由原住民族委员会核定本市105年度鼓励原住民学生发展多元智能补助计划，经费新台币7万元整，其中资本门补助3万元，未及列入本府105年度预算，敬请审议。好，以上三案有没有意见？好，蔡英文议员，请。咱
原住民族的，这个二月到进行了，才拖这久啊。说明官您，这个案是这样哈，原本在去年我们这个已经有给他编业务费的7万块的部分，那资本们是后来原民会要求我们再加这个预算的部分，所以才有这是额外增加的。那这个计划是由学校提给原民会，那经过我们民委会这边督导。诸位，咱有两个哦，您应该讲给您那个支持的议员了、哦、很多我不便讲很多不应该讲的话了哈、哦。可是您有的效率真的是在上久了哦，一个地当引起的一个各家委员会拖到紧，安尼出面隔壁安尼拢无欢喜哦，安尼拢一再甲我讲保证。哦，今仔假设今仔日哈，一百零五年，十二月当时，好、哦、初七，保证两个月一定完成。啊，我咧一直等到尾啊，哦，讲无钱，无得处理，啊，组织组长，请加个钱啦吼。恁第二笔钱开多个加看一条，总之，好、哦、9000万到9000几万。啊！原住民事委员会有甲你讲要申请拜托动用第二笔金，甲这个代志解决。新年南岭客委会解决因的地动引起的要评估的代志无啦？有甲你请无啦？这个部分，他当初如果说是要提垫付，我们就不同意他动二笔金。好啊，张姐。所以，诸位，你有时嘛，甲头前这个陈处长先请一个来用，中央也落来，甲佮行医，啊，无你甲等钱嘞，等我来讲话，啊，你讲共讲两个月，讲过拢无算数，啊，我咪对乡亲交代啦，哦，伊也拜托啦，你若代志答应，咱陈处长暗时慢慢落社会局，慢慢落观光旅游局，周转你几千万给伊开啊，啊，你先来垫付一下，安尼以后先个借来开一下，以后佮转正安尼，你无妥安尼。以后你讲话，我拜托你，讲啊精准些块啦，好唔好啦？哦，诸位，好，拜托啦，哦，谢谢蔡议员。我恁那里两个坐地啊，我拍摄给你念吗？哦，我两个蔡主任坐地啊，我要给你念嘛，拍摄干嘛？伊家长讲，那这个我家己的人，你个电话给我念，哦，拜托啦啊！啊，伊要讲啊准的，哦，无钱咱市政府组织处长第二笔钱真多，开未起，哦，过来用嘞，先甲周转一下。交业务有关的，也不是袂当开。先好，民政试题1、2、3号案没有意见通过。民政试题4，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案由客家委员会核定本市2016台南客家文化艺术节朝客嘉年华经费新台币1,667,000整一案，中央核定补助100万元，市配合款6,657,000，敬请审议。民政试题5，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社会局，案由卫生福利部补助本市办理105年度社工人员执行风险工作补助计划案，增拨补助款新台币527,000整，市配合款新台币791,000整，共计新台币1,318,000整，敬请审议。教育试题1，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文化局，案由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核定本局办理105至106年度产业文化资产再生计划、新塘友乐道、新营糖厂文化创意改造计划，补助经费新台币668万元整，全额为中央补助，敬请审议。好，民政试题4、5以及教育议案有没有意见？没有通过。好，再一位议员请。卫生福利部补贴咱这个社工人员这个案社会局嘛，哈。好，请刘局长。局长我请个啦，咱5月份十八日通过了哈，啊，咱市政会9月份才通过，一闲咯。咱市政会不是天天开呢？这样你看者，你看。我知，这啥物原因？阮迄个工作人员可能无随提出来，歹势啊！我这阮来检讨，嘿。好安尼哦，是啊，我看到较歹势哦，我无认真咧看，
无主席爱困爱困看个，我哎呦，我五月甲通过啊，甲到阵九月，甲来台市政会议，市政会议是五月开起来了吼，五月公文，五个月开至市政会议呢啦。没有啦，不是，几个月是阮迄个。无啦，我问几个月开一届市政会议啦。市政会议每礼拜啊。每礼拜开一届哦。是。我记是讲五个月开一届咧。无啦，每礼拜啦。较早较上镜较通过，安尼市长无认真，市长无甲恁重视。是阮同仁嘿，同仁诶迄个阿检讨嘿。阿检讨啦吼。嘿，感谢伊。OK， 卖去安尼吼。小姑阿婆，我即马讲讲，以后平常去讲下咧，即个生个图啊咧。嘿。哦，我来检查，因为到叫我吼，要五点左右，我去讲一下，我五点过较去差不多，我对到叫意见到意见啦，所以你有讲我两包，我猛讲啊。好，请继续。教育试题二，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台南市体育处，案由教育部体育署核定本市105年运动选手辅导照顾实施计划，经费新台币2,035,000元整一案，括弧中央补助，敬请审议。保安试题二，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共运输处，案由交通部公路总局核定本市105年暑期学生使用电子票证搭乘客运旅游优惠计划，经费1,539,000元整一案，全额中央补助，敬请审议。好，请蔡一位议员，请教育局对体育署补贴这条说明一下。好，我们陈局长。好，谢谢议长。有关于呢这个部分呢，是按照教育部的运动发展基金办理运动选手辅导照顾作业要点哈，我们呢提出申请哈。那这个部分呢，最主要是也要培养基层的这个选手啦，好，所以他核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经费，好，那里面当然包括了这个选手的一些学杂费啊，生活照顾的这些补助。这里对。这个站，咱台南市吼，迄、那个基层的训练站呢，拢总有百外个啊，吼，所以呢，这站是分足侪。百外个。对对对，嘿啊，这个基层训练站呢，也是按照呢这个就是体育署的规定，好提出申请的。好，局长，大新的故事，我讲一台，我最远这只句，我第一个听过这个。基层训练站的啦吼。哦，这个基层训练站应该是已经很久了。不，我老实讲，我无认真。啊，较早电话也无啥意见。大新的区大有第几位训练上面项目？我想这个资料我可以再提供给议员。不，局长，你也说你知，你讲就歹啦。因为这个基层训练站，你也唔知啦，讲唔知啦。不是，这个基层训练站的分布很广哈。那原则上呢，很多都在我们的。新的区队伍，你很多都在我们的这个学校。知就知，唔知就唔知。啊，你来讲新的区，你大约知你什么所在？哦，迄个新的区，譬如讲咱的迄个国小内底嘛有咧训练。哪一个国小？田径的啊，还是哪一个国小？很多个学校啦。啊，你知人，这个在，这个在。啊，我不可能每个学校都。像我讲，我真的唔知，我唔捌听过什么训练站。老实讲，因为较早我都无重视。训练区的国小在哪里？这个我跟议员报告哈。啊，你是不担心？唔知唔知的，伊要播出来，我哥这明天还要回复。对啊，我刚才有跟您报告说，我们会提供相关资料给您，让您了解说哪些学校设了哪些项目哈。因为这个每年呢，所以局长你安尼就无意思。重复去申请的。当议员咧问你咪讲，吼，啊，就首先像我安尼讲，有担心讲，我过去了拢唔知。我嘛第一个听过什么叫做训练站，暗问你对几间国小有，你也唔知，你也唔敢讲，你唔知，讲要提供出来给人，安尼够省医生呢啦，啊无医生我要抬起来哦。你唔知就讲唔知嘛，无啥嘛。这个是中央补助的。啊，我中央补助我就袂当抬呢。你唔知，咱交通局伫咧，咱海岸路地下停车场只要500，我嘛是以为标过不过呢。你唔知，你还讲唔知，卖底下继续搞。好，我们请李宗成李议员。感谢主席。局长，他这一笔预算跟基层训练站的预算有一样吗？就是说他有包含在内吗？还是分开的？
他就是说，除了原来我们跟体育署申请的这个基层训练站的经费之外啊，哈，他呢另外依照这个作业要点，哈，我们再去跟他申请其他的再额外的补助部分。对对对。那我知道了哈，现在很多基层训练站好的学校没有补助，那结果是就第一名的没有补助，结果是补助二名、三名的部分。所以在这个部分，我们在审核的过程当中，我相信说我们教育局体育处这边都要用心一点。好，因为之前我已经反映过好多次了嘛。对，其实诚如议员您之前有反映嘛，哈，就是说这个基层训练站呢，有的时候呢，它甚至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成绩哈，但是也设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站，所以我们其实在今年呢，在基层训练站这个部分，有在做一些整并，好，甚至呢有一些学校呢我们就删除了，没有让它继续，因为这一笔预算是跟基层训练站是分开的嘛，对不 对，你说不足的部分嘛，对，那你基层训练站有可能就是依成绩优秀的部分优先处理嘛，嗯，那你既然你还有再多申请这个部分，那其他有学校有设定有一些单项的话，你这可以从这个部分再协助他们嘛。我跟议员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会再来考量，就是原则上我认为啦，说不要把钱随便花，那既然学校有心要去经营在这个部分，他要推动他体育项目，但我们需要的经费其实已经很不足了啦，那可以多多少少补贴他们，其实对教练对学校来说都有一点点的帮助，那不然说每次你都要学校的家长会还是请那个教练自己来负担这笔费用，我相信说对学校体育推动那各方面都是减的，就是扣分的，没有帮助。是，所以在这个部分，你既然有在先中央申请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要加以利用，然后我们要用在重要的地方。是，跟议员说明，就是我们只要是有中央的经费，我们一定极力来争取，然后希望更多的选手、更多的学校可以受益。好，谢谢，谢谢。好，蔡英文议员，请。咱请教大局长，龙总，你刚才讲几个站？我们这次的这个经费里面呢，我们是有一些手机啊，看我准哦。你唔能传到你资料，我唔掉我两包，慢慢看，我等你。能传到你，你慢慢看。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些基训站呐，哈。好。那我们同仁刚才跟我讲说，现在目前呢，这个经费呢是有在这个15个训练站里面。哇、哦，你也多讲百几个，这摆剩十外。我是说现在这一笔经费、哦，那除了这一笔经费之外，之前我刚刚有说明的，就是说它还有其他的有关于基层训练站的这个经费。那啊，这就是讲咱个加个改申请诶。加申请十五个站，203万啦，吼。哎、哦。啊，咱本来的站几个站？那有100几个站呐。啊，咱市政府编偌济经费？我们。就是说我们这个基层训练站其实主要都是、都是来自于中央的经费，全部拢中央。对啊，我们呢，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是部分的配合款。咱这站是拢总几个啦？详细的数字出偌济啦？详细的数字我可以再跟您说明哈。啊，你爱讲你唔知啊？唔是，我唔是唔知，我是讲百外，但是我实际上数字我无甲记啊。每一年，你说你这个你的这个态度，我来袂欣赏嘛？咱那是讲无可能，我想我完全唔知。我是讲，我完全唔知道。我是因为调到要问你，我才起来讲到底几个站，甲你问。啊，咱市政府偌济钱？咱有出钱无啦？还是全部拢中央啦？咱有部分的配合款呐。偌济？这个我就跟议员说明说，我要再去查一下。啊、你来讲，你唔知啊？你要去查交，你唔知，无相关意思啊？对啊。因为我没有把这十五站200几万，啊，咱100几站，咱市政府投资偌济啦？因为他每一个站，你刚刚是大约啊啦，因为他大约是偌济，咱市政府出偌济啦？他每一个站呢，好，就是他没有大约啊，你看是投资50万啊、100万啊、200万，你嘛讲一个大约啊，啊，无干嘛医生要去死嘛呢？因为对啊，所以无要紧啊，我就是甲记者报告讲吼，这迄个细节的经费，我会了解了，大概说明嘛，系啊，局长。不是讲我叫你站起来要讲，你一个棒球我讲过啊，佮下当一当被票数医生6亿5千万，结果干那一个棒球5亿7千万，恁有诶校长咧甲我讲啥，我听了笑死条目屎。出国去比赛无是应该开，你资源咧分配，你看安尼，
代表咱台南市政府出力呢，无半个补助，干家己开啦。啊，一个一个站，咱市政府编几角啦。跟议员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的选手如果代表学校，代表我们市政府呢出去比赛哦，当然有补助一些经费啦，哈。是补贴两角个三角。教育局长声音。让他说明完，好吧。跟议员说明，就是说，因为他去的地点不一样，所以他当然补助的额度呢也不太一样。比方说，如果是亚洲或者是美洲、欧洲，他因为路程的这个距离不同，所以补助的经费呢也不会一样。好，再一位议员，请。局长，那卖讲个人安怎温暖了、啊、事实上，您这您定的政策是太离谱。你会当问恁卢国民？看多少人比赛出去，要全部拢无钱的啦！您这资源的配置，我感觉您爱去重新修正一下。好，非常谢谢议员的指导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再把我们那个出国的这个补助的原则要点呢，我们再拿出来哈。你刚才多少算就在讲，讲要出去拢无钱，拢爱给出。因为我刚代表市政府呢。我跟议员报，就是说，如果是代表我们市府出去的，一定有酌予补助啦。好，那因为很多体育项目，他出去参加比赛的这个非常的多元，好，所以我们您重点项目嘛无钱啦，局长，你家去问恁卢国民问看卖，今嘛大家是怨声载道，咱市长家己讲的，讲办公室地价税收几十亿，要投入教育啦，啊，恁的医生嘛无变侪啊。有这个部分呢，议员就是我们在那个幼儿教保券的这个部分呢，是有增加好、哦、这个补助的哈、哦，这个部分我们就有编了4亿6000多万，对。那另外在公幼的部分呢，也有增加，要增加14个据点数哈、哦，那这个也都是就是把它投资在教育的部分。啊，局长，我刚刚讲我们要务实一点啦，哦，啊，无在运动界人大家哦，等起来都没满意啦。不管什么三比赛、出力比赛、哦，我们都有的甚至没有补助，有的足以补助参加。您讲的爱归公益上，开当得奖金咩？你的标准也很多没有一致性。我们是曾经的建议，我们这一块这边的主管爱傻瓜来用，卖全部拢落去棒球来底啦。这样你想，别个运动有含冇有得奖的人，人会想法安怎？棒球全棒球队冇得奖，大奖冇得奖，啊，因主管全部杀了了。出来那么主管，那个想会开，那袂放嘛。跟全部主管听一个人指示，落伫固定的位，你想这样合理？长期发展对咱台南市体育运动有合理无合理？一个人持续上就做袂当，啊，伊有可能永远拢落伫一个位。有诶网球，有诶足球，有诶篮球，拢无啊，全部主管拢无啊，合不合理？你该想看卖，恁顶级政策合不合理啦？我意思要甲你建议安尼啦。好。针对教育试题二、保安试题二、玷污款案，有没有意见？好，通过。公务试题一，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水利局，案由行政院环境保护署补助本府办理流错排水、水质改善规划及细部设计计划规划设计案，总经费新台币850万元，中央补助新台币510万元，市府配合款新台币340万元，敬请审议。公务试题二，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都市发展局，案由国家发展委员会核定本市沙崙地区绿能科学城计划案，经费新台币300万元，中央补助240万元，市配合款60万元一案，敬请审议。公务试题三，提案单位台南市政府公务局，案由内政部营建署核定本市105年度市区道路人本环境建设计划第二阶段经费新台币2102万8000元，中央补助款1598万1000元，市配合款504万7000元，敬请审议。好，参议会议员请。多少局长，请教一下吼，今日我看报纸咧刊沙崙啦吼，绿能唔是讲中央500亿，是。啊，拢中央要补助呢？是补助干呢？那你这个有几款？哦，咱来配合看先咯。这不是伫迄个范围内，他所谓现在科学城的范围是整个高铁特定区，所以他在这一次的案子是希望我们把高铁特定区
的都市计划，还有以后的都市设计审议，重新再做一个调整。哦，所以讲那个科学，他专注在他的那个研发中心跟示范场域的部分，那个部分是中央款100%，没有错。我这是没有你规划工这个科学城的规划设计，对对对，定金去规划，那都是计划起来那个对啦。对对。啊，你照安尼讲了，这个科学城买个过来摊开出来。你这个呢？是否计划呢？研发没有，他我们的部分是做都市计划跟都市设计的调整。那他的部分是专注在产专区22公顷的部分，现在明年就开始进入规划，现在规划设计已经开始了。好，刚刚讲了哈。是。安尼，那市长明年，以上个编制当啊，后年过个定论啦，会当破土挡土未啦？中央包车五百亿会当挡钢未啦？研发中心明年年底就可以了。研发中心挡托。对。啊，这个科学城呢？科学城大的范围的部分，我们现在在分两个啦，一个是台糖的这个安家住宅的部分，那一个是宿舍的部分。宿舍的部分，我们现在因为都是高铁局的地比较多，我们现在还在跟行政院院会那边讨论，看高铁局的土地的部分做公有宿舍的部分能不能找。我那听你讲这个科学城，我看。隔三五档还没动工哦，动工是一定有，是现在是说我们是希望做好一点。我讲你500亿个，五百亿就是我改报告，研发中心没你的开工啊，哦，没你的开工啊，嘿。啊，研发中心先要报偌济？不是，是研发中心是科技部自己下去盖的，不是拨来我们这里。可是现在科学城来，对，研发中心先要做了哈。对对对。哦，明年会动工了哈。是。啊，五百亿有正式的公文无？那五百亿是他院会计在会呢？他是正式的公文没啦。他是行政院自己核定，都是他自己在执行。啊，都是他们自己在执行。那你执行啊？那那那都不知道到底要做个东西，这个科学城啊。他的目前的预定到106年开工。我拜托了哈，伊也该做，有正式讲偌济钱偌济钱，可能再一个嘛。啊，无咱跟他讲了会计在会，讲咱五百亿啊，到底要当时要做啊，无啥知。好。哦，这个可以有进度，我拜托转还议会，议会转还再解，我嘛到还伊讲，台南只有这个五百亿建设。好，没问题。哦，拜托啦。好，现在我们公务试题一、试题二、试题三三件垫付款案，没有意见通过。好，跟大会报告哈，跟所有的议员同仁报告，我们今天一共审议36件垫付款案。同意垫付，那有8件非垫付款案，仍然由我们委员会来审查。一共有财经2案、建设2案、教育2案、保安1案、公务1案。那今天非常的谢谢各位议员的辛苦，也谢谢台南市政府吴副市长、林副秘书长率领的市府团队的列席。那谢谢我们新闻媒体好朋友的例会采访，接着现在是5:02，那由我们教育委员会进行联席审查106年度地方总预算及附属单位预算，谢谢。哎，校长走的，可是本预算呢？本预算呢？对呀，本预算还没审呢。好，好。哎，辛苦了。我来看到了，这段就这样。别，我看看。
个立卷42页中间内开始，42，这个会捐助补助。